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欢迎大家来到第四节的这个拉康精神分析的书会。咁咧，今次咧係我哋最後一節啦，咁樣。咁咧，今次講嘅題目咧就係、是、承接上兩次咧講嗰兩種精神結構。咁咧一個就係呢、這個精神病 psychosis 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呢個官能症 neurosis。咁今次咧就會講到呢個性倒錯 perversion 啊。咁我哋想有少少變動嘅今次。點樣變動呢？因為呢我知道呢上兩次呢成日講嗰、那個理路方面呢的入手呢，即係從 theory 去入手呢，就令到大家比較覺得悶咗啲啦。咁我所以今次呢就講 case 開始，希望講 case 令到大家呢比較舒服啲咁去理解咁樣。咁即係講故仔先啦，咁樣係啦。咁不如開始講下故仔先。好啦，咁咧，今次呢個 case 裏邊講嘅呢個主人翁咧，就係、是、大家可以睇個 PowerPoint， 咁就係、是、啊，呢、這個叫咩 ？Sean，OK， 咁咧個男性，佢去見呢個分析師嘅時候咧，就係26歲嘅，係啦。咁佢有啲咩情況咧？咁佢又講翻佢嘅背景啦。咁喺佢幼年嘅時候咧，佢啊同佢媽媽嘅關係非常之緊密啦。咁咧，佢形容咧，佢爸爸喺屋企咧，基本上係好似冇用一樣噶，係啦。咁啊，媽媽亦都覺得呢個男人好似對佢完全冇用處啦，亦都唔重要啦，啊，亦都冇為佢哋做任何事啦。咁佢媽媽咧就係、是、當咗呢、這個阿 Sean 咧，阿 Sean 啊，好難噶 ，Sean，OK， 阿 Sean， 咁咧當咗阿 Sean 咧。就係、是好似佢一個 生命裏面嘅一個補償咁樣，喺當佢嘅如果英文裏面去講咧，佢一個當佢係佢自己嘅一個 extension， 係啦，係自己一個延展嘅一部分嚟嘅，好似佢冇嘅一部分咁樣，係啦。咁佢媽媽咧初初咧就喺佢即係好似一般嘅媽媽一樣啦。病咗嘅時候咧，就照顧得個仔好緊要啊，好細心咁照顧佢。後來咧，呢、這個媽媽咧，唔單止喺佢病嘅時候照顧佢咯，就係、是、喺你唔係病嘅時候，都當你係病咁樣照顧。咁你會做啲咩咧？例如就會由於你唔係發燒啦，咁我就攞個探熱針咧去揾啲熱水浸下佢，熱下佢。咁啊，咦，好高温喎，咁我當你發燒啦咁樣。咁咧，仲如果根據呢度嗰個我冇理解錯咧，佢就用其他嘅一啲俾藥佢食啦，甚至或者用其他各種各樣嘅辦法啦，令到個仔經常都係好似喺度病咁啊，有問題咁樣。咁嗰個書裏邊咧有一句嘅就係話，嗰、那個仔咧後來係自己講翻出嚟，佢對於佢阿媽嚟講咧就係、是、一個紅咗啦、腫咗啦，成喺度流脓嘅一嚿肉咁樣嘅啫，基本上。咁嗰段時間嘅距離，佢後來咧自己形容自己根本就好似一個假人咁嘅，係啦，一個甚至你可以話係一個假嘅洋具咁樣，係啊，冇乜都唔係一個人嚟。但佢嗰時太細啦，佢都唔知點樣去理解嗰樣嘢，係啦。但佢後來識形容翻啦，而且因為呢一個個案咧，其實唔係呢本書嗰、那個作者咧本身嗰、那個佢個案嚟嘅，係啦，咁佢係演繹咗另一位治療師嘅一個個案嘅，咁所以其實咧佢都根據呢個治療師所講咧而去演繹翻到我哋聽啦，喺本書裏邊。咁咧佢媽咪仲有啲咩會叫佢做咧？就係、是、例如佢媽咪會叫佢幫佢著衫。或者叫個仔嚟幫我換衫啊、著衫啊咁樣樣。咁呢個情況一路維持啦，直至到咧佢6歲嘅時候啦。阿 Sean 佢6歲嘅時候，有一次佢盲腸炎，叫阑尾炎啦，係啦。咁咧佢咧就要入院一路嗱嗱聲做手術。
咁當佢醒翻嘅時候咧，佢記憶咧就係、是、佢爸爸就企喺床頭嗰度，就揸住個樽，個樽裏邊啊裝住佢嗰條盲腸，咁就向住佢咁樣啦，就喺度笑咁樣對住嗰個樽。咁一即係作者喺呢度講翻啦，呢一個咧或者係佢爸爸咧，係首次喺佢生命裏邊咧有一個重要性喺度，係啦，就係、是、喺佢嘅床邊啦，陪住佢啦。同埋咧，就係攞住條盲腸，咁咧啊，呢一個係喺佢身體上面 remove 嘅一嚿嘢啦，咁樣樣。咁由於佢爸爸嘅呢一個干預啦，係即係喺呢一個咁嘅出現啦，咁喺根據拉康呢個咁嘅 theory 嚟講咧，佢終於咧就喺呢個阿 Sean 嘅人生裏邊咧，個生命裏邊咧出現有一個 symbolic 嘅一個 function 喺度，咁即係終於有一個。稍微有啲啲效嘅一個 paternal function 啦，咁呢個亦亦都係點解 Sean 冇成為咗一個精神病嘅原因，因為如果大家記得翻咧，就係精神病嘅嗰啲嘅結構嘅人咧，咁佢哋係冇經過呢一個閹割嘅程序，即係爸爸直情係冇呢個 function， 冇咗呢個 function 嘅直情。咁但係咧，喺呢個 perversion 裏邊咧，佢哋有曾經有過呢個 function， 係啦，有一個。弱的 function， 咁於是咧，佢阿 Sean 咧經過咗呢一個事件啦，咁佢冇變成一個 psychotic 嘅人，但其實喺佢未發生呢件事之前咧，佢亦都有好多 psychotic 嘅一啲 symptoms 嘅，啊，咁呢個都係嗰、那個、那個 case 裏邊講嘢啦。咁除此以外咧，咁阿 Lawson 你講唔講？因為佢媽媽咧就。唔會獎佢嘅，唔會讚佢嘅。例如就唔會讚佢啲咩咧？如果佢學字學得好快啊，又學咗啲咩新嘅嘢啊，總之喺一個symbolic嘅世界裏邊，所有嘅成就咧，佢阿媽都係唔會特別去獎勵佢或者讚佢。佢淨係會讚佢啲咩咧？讚佢一啲作為佢阿媽嘅一個身言，所有嘅 function， 例如幫佢阿媽上攤啊。呢啲咧可能就會得到佢阿媽嘅一啲同意。咁喺呢個成長嘅歷程裏邊咧，咁呢個 Sean 咧佢都有持續地有自慰呢個行為嘅。咁但係佢記得咧，喺六歲嘅時候咧，佢第一次就覺得一種性嘅興奮，或者其中一種高潮啦，佢所形容。咁就係同佢媽媽著緊衫嘅時候，佢感覺到呢一種感覺。咁呢個係佢嘅 recall 啦。咁咧，睇先，應該到下一個啦。係啦，咁咧，直至到幾時佢慢慢發展佢而家咧個戀物癖嘅呢一樣嘢咧？咁咧就係有一次佢聽到佢爸爸，或者其實只不過係阿 Sean 佢認為佢爸爸係講緊嘅啫嚇，其實可能佢爸爸唔係 refer 嗰樣嘢，但係佢認為佢爸爸咧當時咧就。跟他講緊有關他不知點樣講言談之間啦，就講起他媽媽的 private part。咁佢爸爸形容嗰個叫做一個 button， 一粒瘤，係啦。咁從此以後咧，照阿 Sean 嘅 recall 咧，就係、是、佢開始對一粒單獨嘅瘤，喺山上面嗰啲瘤，就係、是、咧會有啲恐懼嘅感覺。但係如果係喺一件衫一行一模一樣嗰啲紐咧，佢就會覺得好興奮嘅，係啦，個字係 turn on 啦，即係喺性方面有一個好興奮嘅感覺咁樣樣，即係覺得誒突然間好 hot 咁樣，係啦。咁仲有少少補充咧，就係響係咪法文嚟㗎呢個？佢話 button 嗰個咧，如果係法文咧，其實咧佢。係啦，咁如果調轉咧，咁啱佢兩個個 syllable 調轉嘅話咧，其實咧個意思就係 your little end 嘅意思，即係咧佢媽媽咧成日會叫即係稱呼阿 Sean 佢個洋句咧，就係、是、一個 your little ends， 一個好小嘅結尾咁樣樣。咁喺法文嚟講係一個其實同 button 係一個調轉嗰個字。係，咁呢個 case 就係咁啦。咁這個由這個 case 怎樣去推翻去個 perversion 的結構咁樣咧？咁睇下先，呢度上次有嚟嘅都有四個，咁不過就
咁因為呢一樣呢一、這個我哋去翻呢一個係啦。上次我哋講呢一個三種精神結構裏面咧，呢、這、一個就係屬於 perversion 嘅嗰個嘅機制係啦。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咧喺呢個 neurosis 裏邊咧，咁咧佢形成呢個 neurosis 嘅一個機制咧嘅 mechanism 咧，就係 repression， 即係抑壓嘅。係啦，咁如果喺呢一個嘅psychosis 咧，就係、是、呢個 foreclosure。咁即係呢個排除，係啦。咁而喺 perversion 咧，就係呢一個嘅 mechanism 就叫做否定或者否認啦。否認啦，係啦。咁呢一個，咁咧一開始咧，其實拉康咧就會講到一樣，有一個古仔嘅。咁、那個否認點講咧？咁、那個否認就係咧，其實有啲有細路咁樣見到咧。佢嘅姐姐啊，或者佢嘅媽媽咧，冇嗰個男性性器官噶嘛，係咪呢個正常啦？咁咧，但係咧，咁嗰、那個小朋友咧，就會有一種有個否認嘅情況出嚟嘅。咁呢個否認嘅情況就係話，佢點解被長出嚟啊？佢就會形容，可能係佢即係細啦，又或者未生出嚟啦，又或者係甚至佢哋會 claim 佢自己係睇到有一個嘅，即係咦唔係阿爸阿媽媽阿妹妹啊姐姐係有一個樣具㗎，好細啫嘛，或者唔係啊我睇到你睇唔到咩咁樣，係啦，咁呢一種嘅否定。好啦，咁其實我哋呢、這個係啊，接受。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係同嗰個 castration 咧，即係我哋之前講嗰、那個呢一、這個閹割咧係好有關係嘅，即係呢一個象徵體系嘅介入對嗰個整個孩童嘅介入咧好有關係嘅。咁咁但係呢個 disavowal 咧係你好係咁呢一個 disavowal 咧，咁其實佢裏面咧就涉及到一樣好重要嘅。咁咧就係呢一個如果喺呢一個neurotics 裏面咧，就係、是、嗰、那個repression of others' desire， 即係或者對呢、這、一個他人嗰個慾望啦，或者對嗰、那個prohibition 咧有一個sweet song 就會出到嚟嘅嚇。咁、但係咧喺呢一、這個perversion 裏邊咧，即係喺個purpose 裏邊咧，佢正正唔係咁樣嘅，即係因為呢個 disavowal 咧，佢對於嗰、那個father's name 咧，即係 name of father 咧，係進行咗呢個否定嘅話咧，咁佢係會有佢做唔到一個步驟叫做separation， 係啊。咁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咁其實拉康在講緊一個人的精神結構點樣去形成的時候咧，咁就講緊係本來一個 B B 咁就同媽媽係一個好完整嘅一個關係咁樣啦，咁佢中間係完全冇分隔，佢覺得係同一嚟嘅，大家係同一嚟嘅，係啦，咁直至到爸爸嘅介入，啊咁呢個講爸爸啦，其實未必一定係爸爸啦，可能第三者之類之類啦，總之係講緊咧，你揾翻到 L schema 啦，可以咁樣係啦，呢個都。咁咧就係媽媽嘅介入，令到佢咧同佢知道，咦，佢同媽媽咧其實係唔同嘅喎，大家係兩個個體嚟嘅，而係媽媽亦都唔係你想要嘅嘅時候，佢就會喺度嘅，係啦，媽媽想慾望嘅嘢啦，佢自己亦都係俾唔到媽媽嘅。咁佢自己咧，如果要成為一個 social being 嘅時候咧，其實咧就會係除咗要知道佢同媽媽係有一個唔同之外咧，仲會咧係會自己獨立翻出嚟。咁咧，如果肯根據翻呢本書個作者咧想講所講咧，其實一個咁嘅精神結構嘅形成咧係有兩個步驟嘅。即係如果一個我哋所謂 neurotic 嘅一個大部分正常嘅一個人啦，我哋去講，第一個就係一個 alienation 啦，知道咗爸爸媽媽同自己係唔同呢樣嘢啦。第二就係 separation 同媽媽分開啦。咁但係咧 perversion 咧就係淨係做到第一個步驟，即係知道自己係同媽媽有唔同嘅，
但係佢係冇自己走咗出嚟，冇呢個 separation， 然後成為咗一個 subject， 佢冇成為到。咁咧變咗咧，我哋可以睇翻咧，佢嗰個嘅呢、這個大家可以睇到，呢、這個係佢嗰個 fundamental fantasy 嗰個結構啊。咁咧就會係咁樣，冇一個 subject 喺度嘅。咁呢個佢自己咧就只不過係呢一個 object 啊啫，係媽媽嘅 object 啊，係一個 neck of the mother。講翻咧，其實咧，上次咧講到 neurotic 嗰個結構啦，咁咧講 neurotic 嗰個結構咧就係、有兩種噶嘛。咁咧其實喺呢本書裏面咧 ，Pulsing 咧就首先一開始咧佢就想嘗試去對比一下喺嗰、那個官能症啦，同埋呢一個 perversion 之間嗰個分野係點樣嘅。咁、那個分野咧，其實咧如果用喂。好啦，用呢兩個圖嚟睇咧，大家睇唔睇得清楚呢、這個？呢、這、一個咧就係、是、neurotic 嚟噶嘛。如果上次大家又喺度嘅話，係啦，呢、這個 neurotic 嚟噶嘛，呢、這個係官能症嚟噶嘛。好啦，官能症裏邊咧，其實咧佢裏邊係會有呢一個咧主體位置嘅。係啦，即係個 subject。而呢個主體位置咧就同緊咧嗰個客體位置咧，即係同呢一個他人咧 share 有一個 overlap 咗一個位咧，叫 object R 嘅，係啊。好啦，咁呢個 object R 嘅位置咧，就係、是有兩可能性噶嘛，因為呢個 object R 咧，就係、是、咧基本上就係嗰個 fantasy 嘅可能嚟噶嘛，即係嗰個幻覺嘅可能，幻見或者幻覺嘅可能啦。咁咧，而喺 obsessive 嗰度咧 ，obsessive 嗰度咧，呢一個會被剔除嘅，即係佢呢一個會被 neutralize， 呢個會被中性化嘅。如果大家 refer 翻上次嗰、那個talk， 我哋上次嗰一節咧，咁呢一個 other 咧就會被中性化嘅。咁但係咧。而在這個hysteria 裏面呢 subject 呢就會被中性化的。那呢上次就講啦，如果 hysteria 呢就會將自己呢成為 object R 呢去圓滿這個他者呢來成為了那個幻覺的嘛。但是呢其實他的 subject 是沒有少到的。因為佢係透過自己咧，去成為咗他者嘅慾望咧，然後咧先至可以咧 reflect 翻咧，即係咧反射翻咧自己嘅主體位置嘅，反射翻個主體位置嘅。咁咧，所以咧喺 neurotic 裏邊咧，呢、這個 subject 咧係永遠喺度。咁而另外嗰個 obsessive 都係一樣 ，obsessive 咧佢喺呢個 other 咧，佢將 other neutralize 噶嘛。如果這個強迫症咧，佢將他人咧係中性化咗嘅，即係交叉咗呢個位置啦。呢、這個係 still 交叉咗呢個位置。咁咧，佢就係靠住咁樣咧嚟令到自己理解到佢作為一個獨立嘅個體啊。譬如佢咧，淨係見到嗰個女人嘅胸咧，佢就係當女人唔係一個 whole， 唔係一個整全，佢一部分嚟嘅啫。咁咧，佢透過 occupy 咗呢部分咧，佢就見到自己啦，佢就見到自己啦。但係咧，其實喺呢一個 purpose 佢裏邊咧，就冇咗呢一個部分嘅 subject 呢個部分嘅。因為咧，佢咧要做嘅嘢咧，佢係純粹係將自己咧變成咗，將自己變成咗嗰個咧小隊形嚟滿足。嗰一個咧 ，lack of other。如果睇翻個，即係要對應翻個 case 咧，咁阿 Sean 佢咧，嗱呢個 others 咧，佢個 case 裏邊咧就係佢媽媽啦。咁然後 Sean 咧就係做咗呢一個 object R 呢個位置啦，將自己放咗入去，因為佢就係認為阿媽媽所冇嘅嘢、所欠缺嘅嘢、desire 嘅嘢咧，就係呢一個位置嘅嘢。咁佢自己就係嗰個物件咧。就係、是、嗰個 object 啦。
咁佢冇一個咧自己嘅主體嘅，冇一個 subject 嘅，佢只成個嘅 fundamental fantasy 嘅結構咧就係咁嘅啫，係啊。但係咧，呢度呢度補充少少嘅就係咧，其實嗰、那個嗱。有一句說話呢，其實我都教了很久我都不明白的，就是拉康，如果你看拉康他很喜歡經常說Neurosis 的官能症就是一個問題的結構的，即是什麼叫問題的結構呢，就是它是一個問題來的，那換言之其他所有的結構就不是問題的結構來的，即是精神結構不是問題的結構，這樣說就很拗頭，即是什么呢，咁后来我终于发现呢，其实是这样的。他说呢，这个 neurosis， 即这个 neurosis 有两种，是 hysteric 和这个obsession， 即官能症，其实就是官能症，就是说究竟我是生定死的。强迫症。他说 sorry， 强迫症 sorry， 强迫症，我是死的，又死人的。Am I alive or dead？ 咁啊，意思大概就話我係男人定女人咁樣。點解咧？因為其實呢個同嗰、那個有陣間幫我畫翻嗰個 L schema。呢度有啊。呢度有 L schema。咁、那個 L schema 咧就係、是。係啦，呢、這個啦，大家見到個 L schema 啦。咁其實咧。點解呢？因為你點解佢有 subject 啊？你見到咧，其實咧理論上嚟講，其實除咗官能症之外咧，其他嗰兩種都冇呢一個都冇 subject 嘅，都冇主體性。點解咧？因為葉啦，因為只有係一個問題，而個主體係一個問題嘅對象嚟嘅，即係主體係要回答呢個問題嘅，所以佢係一個問題，佢係一個問題，所以他說他是一個問題的結構的，這一點就很重要。因為如果有人，即這個呢，其實有一種說法，另一個精神分析的後或者叫做後結構主義的學者，即他教得比較好，就叫做阿圖塞，他就有一個理論叫做這個召喚理論Interpolation IS Ideological State UpApparatus interpolate individual in as a subject 咁樣咯，即係嗰個意識太國家機係召喚個體成為一個主體嘅。點樣召喚咧？佢舉個例子，就譬如話有街道喺有個人喺度嗌阿邊個咁樣，咁跟住你就回頭咯。個問題結構咧，或者你睇呢一個希治閣有一套片叫做。叫做咩咧？叫做西北偏北 ，North by North， 啊唔係後窗 ，Rear Window， 有個男人好中意偷窺狂嘅啫，成日喺度裝對面，但係犯咗種謀殺案。最後嗰個男人就闖咗入佢間屋度，打開棟門，跟住喺黑影度，那個男人問佢咧，因為佢就嚟將個證據交俾警察，佢話：你究竟想點？其實官能症嘅結構。官能不能歇斯底里和这个强迫症都是问的问题，你究竟想怎样？但这个你究竟想怎样，其实是一个疑字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条问题呢，你其实根本这条问题呢是一个 fantasy 来的，是一个所谓的 fantasy， 它的 fantasy 先不是假的东西的意思，它是一个罩来的，它是一个荧屏幕嚟嘅，这个咧就系话佢你不论你点样理解嗰条问题咧，你就会企咗喺一个回答问题嘅主体位置啦。回答问题呢个位置就一个主体嚟嘅。所以咧，点解一定有一有 other 时候就会出现个问题？而个问题就系个主体嘅结构咧，就系、是、因为 other 对。那個other 召喚了，將個主體召喚了出來，沒有大蝦隻，即是說沒有社會文化語言社會這種象徵倫理的結構，象徵社會的結構，這個大蝦隻是沒有是呢
冇辦法穿越主題嘅，因為佢製造咗個位置，咁嗰個位置咧就個主題 fit 落去嘅，佢就會問究竟我啲位置，其實佢會問嘅問題就話究竟你想我點意思？就話我呢個位置，我而家呢個位置，譬如話我叫呢一個黃子華咁樣，究竟我應該要做啲乜嘢咧？或者我叫呢一個張柏芝咁，我究竟我要做啲乜嘢咧？我 suppose 我呢個人應該做啲乜嘢？呢樣嘢。这个是一个问题的结构的，但这个不同的就是说变态的就很不同，就是说你可以推论下去，推论下去就是说变态，因为这个你有没有那个什么，同埋都讲比较复杂的，我就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讲，它呢这个你推论下去就很简单的，就是变性变态的结构就是不是一个问题的结构的，首先第二呢，它呢你见到呢佢同埋佢認同乜嘢咧？嗱，你頭先喺官能症嗰度，其實佢係認同緊呢一個主體嗰度啊嘛，係咪？佢係認同緊主體啊嘛。呢個性變態同埋呢一個官能症唔係曬嗰陣，官能症嘅差別啊。官能症同性變態嘅差別就喺呢一度，喺個認同嘅對象度。官能症點解佢有個問題結構？佢一定要認同自己作為一個回答者、答辯人啊嘛，一個 defendant 啊嘛。所以點解佢精神分析好中意用卡夫卡嗰個審判或者城堡嗰個故仔去解釋嗰啲文學故事故事，去解釋呢個精神分析？因為嗱，呢個當然同呢一個猶太教嘅嗰種律法咁啱係同呢一個精神分析入邊嘅 law 呢個概念好吻合有關係啦。但總之呢啲誠實審判嗰啲故仔咧，其實 exactly 咧就係話佢強調佢發現咗其實咧。個人個主體係企咗喺一個辯護者嘅位置，一個被告嘅位置嗰度。啊，咁呢樣嘢係 display 出嚟嘅，根本唔存在呢個問題。首先，但係當你去嘗試回答呢個問題嘅時候，你就預先同時間預設咗咧，你係嗰個主體啦。要因為要有主體先會有回答啊嘛。似乎如果你都唔係一個個體，你唔係嗰個主體，你唔需要回答嗰個問題。咁所以咧，佢係認同咗 subject 被告嗰個位置啦 ，subject 嘅位置啦，所以佢拉康話佢係 body 嘅。但係咧，性變態好唔同嘅地方就話，性變態咧係認同咗 other 嗰個位置，認同咗呢個大他者的位置。咁你頭先你睇呢個 case， 你又知道咧，其實佢未完成嗰個 paternal function， 佢未完成個閹割，即係話佢未完成。嗰、那個同呢、這個首先佢未完成同呢一個 imagine 即係想像嗰個快感啊，身體嘅快感完全嘅切割，完全嘅脱離啦。佢冇辦法脱離，佢唔放棄啊嘛。咁即係佢意識層面佢冇辦法放棄。咁同埋佢就冇真正咁進入咗呢個象徵秩序嘅。但係同時間咧，佢因為已經學術異化咗啦，咁所以其實咧。你要理解咧，佢係認同 other， 認同 other 意思就係話咧，性變態本身唔係一個病徵咁簡單，佢係一個修補嘅，又係一個修補嘅，即係同 psychosis 同埋呢一個官能症一樣，呢三個症狀都係一種修補嚟嘅，佢又想修補呢一個other， 佢冇 other 呢樣嘢。即係佢而家咧，佢要，所以你見到咧，如果喺嗱，我想幫我解釋你有嗰份嘢咧，就係喺第二一版嗰度咧，佢就講咧，其實咧就話咧，呢一個 purpose 咧係想要咧 acting out， 即係要呢一個 acting out 嗰、那個，即係扮演翻、重演翻他者嘅 existence 呢樣嘢。因為對他嚟講咧，喺個象徵秩序嗰度，個 soul song 會 return 噶嘛，會反噬翻佢嘛。咁佢為咗同時間佢要扮演呢、這個要抬呢個 other 大他者出嚟，佢冇佢拒絕咗呢樣嘢，但係咧佢抬又要抬佢，周不時又要抬佢出嚟，抬佢出嚟做咩咧？就係要加翻個就係、是、防衞翻嗰個過量嘅 soul song， 過量嘅 soul song， 過量嘅快感。咁所以咧，佢認同嘅對象，所以到最後咧，個結論就係咧，佢認同嘅對象咧就唔係嗰個被告，即係唔係主體嘅位置啦，而係個 other 嘅位置。
咁所以你見到性變態最文明嘅性變態兩種就係即係性虐待狂同埋呢一個被虐狂，其實兩種都係扮演緊，即係喺唔同嘅位置扮演緊嗰、那個即係邪惡嘅法律嘅位置啊嘛，即係殘酷無情嘅法律啦，嚴酷無情的法律啦，行刑嘅法律啦，咁嗰個位置，而呢個就係作為 law guard 嗰個位置啦。所以你見到呢個圖入邊咧係冇 subject。因為它沒有認同到主體的位置，如果好像剛才阿健哥說的是一個、對我來說是一個複雜的很複雜的一個很多很即深層次很多的一個理解，但是、如果我們再簡單一點去想呢，那你可以簡單地這樣去看，就是如果你分一個、有意識的層面和無意識的層面，其實如果是有意識的層面，一個、perversion 的人，他不想放棄他和媽媽之間這種同一的關係裡面他所得到的這種的、滿足這種快感的，他不想媽媽離開，很怕他走，這樣的很想繼續好像現在這樣、當我是病的照顧就 OK 的了，這樣。但是呢其實他在一個、無意識的層面呢，他是希望呢他爸爸是能夠做到那個 pattern， 即能夠實行到那個 paternal function， 然後令到他呢是自己能夠不單止跟他媽媽之間是能夠異化出來，即跟媽媽之間分開，並且呢自己是能夠攞回那個主體的那個的 position， 並且呢是能夠有其他的慾望，而這些慾望呢是不需要有他媽在這裡的，即咁咧，佢嘅話咧，佢就能夠成為一個主體嘅呢一個咁樣嘅位置。咁於是咧，那個 perversion 咧，其實可以解釋為係一個佢一個嘅 mechanism。嗰個 mechanism 咧，就係幫佢自己啊。雖然我冇呢個 separation， 冇呢一個閹割呢一個過程進行咗，但係我只要一曾經聽到過、曾經感覺過我阿爸係做過呢個 paternal function。的好像這個 case 裡面的 Sean 他爸就這樣說過他媽，即是 他爸出現了他的生命裡面，你可以想成然後說、啊、他媽的一個、無的東西，他在這裡所謂的無的東西就是一個洋句、啊、他就形容、啊、他的 part 就是一個一粒瘤來的，於是呢他呢就將這粒瘤在他裡面放大了，其實這粒瘤是代表了他爸爸那種能夠給這個符號界裡面的一些訊息他這個的過程，於是呢他就將他自己呢這個 perversion 就將這些瘤無限地放大，於是他以後呢見到很多瘤的話呢，他就覺得呢好像他做了他爸爸那個角色，就是能夠他自己終於有一個主體性，即是這個是一個他意識上就不想的，但是其實他潛意識上面他是想自己能夠進行整個的閹割，可不可以這樣說，是即是他是想自己進行整個閹割，是成為一個 subject， 於是他做的所有東西都是想顯現究竟阿爸其實可以多 powerful， 那他就做回那一個的角色。咁除咗阿 Sean 呢一個話啊，佢就喺呢個戀物咁個狀況嗰度顯現出嚟啦，佢呢一種想顯現阿爸嘅 power。咁如果你睇咧，另外、有兩種唔同嘅、perversion 咧，一個就係啊頭先阿健講過嘅被虐狂同埋虐待狂呢兩種，其實咧都係唔同嘅對於爸爸呢一個 paternal function 嘅一個演繹。譬如如果係一個被虐狂，佢咧就係、是、顯現翻哦。我咧而家就、想有個他人就做一啲律法出嚟，要我點要我點要我點。咁咧，於是咧我就好感覺到啊嗰、那個 symbolic 嘅嗰個界別嘅咁強大，咁我就咧好 enjoy 啦喺個過程裏邊，我就覺得舒服啲，因為好似真係進行咗閹割，好似真係擁有翻呢、這個、subject 呢個 position。如果係一個虐待狂咧？就是他同一時間去擔演兩個角色，一個角色就是我做回那個給人家給律法我來遵守那個人，另一個就是我現在就是給律法出來的那個人，他一人分析兩個，
咁樣去做。咁呢個如果有關一個嘅被虐狂同虐待狂嗰度，可以我哋仲有啲其他嘅演繹啦。你哋有冇補充？我想講翻咧，其實咧兩個 point， 我講翻呢兩個 point 嘅。咁我諗頭先大家聽嘅時候都有啲拗頭啊，咩 alienation 同埋 separation。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嘅，因為其實由 psychosis 嗰日咧就會開始講嘅。如果 alienation 就從 suisance 嗰個 dimension 咧就出發，咁咧如果 separation 咧就從嗰個 platonic method platonic paternal function 嗰度出發，或者metaphor 嗰度出發。嗱呢兩個好緊要嘅。如果 psychosis 點解由 psychosis 嗰日開始講呢兩個point 咧，就是、alienation separation。係啦，呢條線就係解 signification 咁解，即係嗰個產生意義咁解，產生意義啊，係啊，或者指涉啦，指涉啦。咁咧我哋講 psychosis 嗰日咧，就係講呢兩個步驟咧，對於嗰、那個人嚟講咧，係冇咗嘅 ，fail 咗嘅，所以就係 foreclosure， 兩個都冇嘅，兩個都冇嘅。咁但係咧，對於嗰個 pervert 嚟講咧 ，pervert 嚟講咧，就係、是、佢只有你一個 alienation， 但係冇嗰個 separation。好啦，咁咩叫 father's no？ 代表緊呢個 mother sui song 啫 ，sui song 呢個字咧真係快感，係。好啦，咁我哋講翻嗰個頭先講我頭先講嗰個例子咧，即係話嗰個細蚊仔，嗰、那個細蚊仔對於嗰啲冇 B， 即係冇何 B 仔嗰、那個女性咧。就作出否認嘛，佢覺得嗰度咧只不過係生得唔夠長啦、啊，或者冇肉啦。咁咧喺呢個裏邊點樣睇到呢兩個步驟咧？呢兩個 process 咧？咁咧對於佢嚟講咧，其實因為如果對於一個 perfect 嚟講咧，佢 build to three songs， 即係佢係對。嗰、那個prohibited 咧，呢、這個 name of father 俾出嚟嘅 prohibited 咧，就 reject 佢，即係話爸爸當然啦，有某一個 father's no 咧，爸爸落嘅禁令咧係指涉緊爸媽阿媽要嘅嘢，但係咧呢一、這個父親之名咧。佢係代表緊阿媽嘅慾望咧，就完全係咧，唔能夠 delete 到，即係唔能夠為呢一個 sweet song 咧畫上嗰個規範，畫上一個界限。即係意思係咧，佢知道媽媽需要某一啲嘢作為佢嘅快感，但係咧佢冇一個父親嘅 figure 咧。是可以呢代表緊佢媽媽要去揾呢一樣嘢，咁所以咧成個 separation 咧就完成唔到啦。呢、這個就係 separation 啦，即係媽媽想要嘅嘢咧，嗰、那個不在場咧就冇咗。其實呢個係代表緊不在場啊嘛，一個 absence 嚟噶嘛，一個不在場啊嘛，媽媽唔見咗，有個第三者介入。是不是去勾腦呢？這個呢就不會在那個主體裏面，即不會產生到出來，因為有這個才有機會有主體的。因為剛才說嘛，那個會發問，會詢問我是誰，我是誰，我是男還是女，我是生還是死呢，這個呢其實是由這個 separation 帶來的。因為媽媽不在，我和我原本
同我原本嘅他姐唔在場咧，我就會問到底佢想我點啊？你想我點啊嘛？但呢個冇出現到嘅，即係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咧 ？What do you want 啫？呢個問題係唔出現嘅，但係呢個 sweet song 就會出現，就係有某一個 figure 係代表緊媽媽嘅快感，所以嗰個快感咧，如果呢個 alienation 出現咗一個正常嘅官能症啊 ，neurotic 嘅人咧，佢有埋呢一個嘅話咧，佢就有個 prohibition， 佢就有禁令啦，佢有禁令出嚟嘅，因為咧，佢會知道咧有。在一個 metaphor 裏面呢有某一些東西才是呢滿足著媽媽的欲望，在那個語言的 order 裏面，在那個 symbolic order 裏面有某一些東西是 out of 我的，它不在我，它是我之外的，它是呢滿足著，可以滿足到我媽媽的，是的，它滿足到我媽媽的。那些 neurotic 的人呢，譬如 obsessive， 他拿他要將他自己呢，他 occupy 那個 object R 呢，他 occupy 那個 cause of desire 呢，他去這個佔有這個呢欲望那個客體的時間呢，上次講啦，他是因為這樣才可以理解到呢他自己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獨立的 subject 嘛，所以那個 set 呢上次是插了這邊的嘛，它插了這邊的嘛，如果對於一個 obsessive 的人來說，因為它當女人呢只是這塊而已嘛，只是那個乳房啦，或者某一些很漂亮的東西啦，靚嘅樣啦，身材標誌啦等等，然後咧佢透過咁樣咧，佢就可以咧將自己睇成一個獨立個體啊嘛，就係咁啦。咁所以咧，佢係放棄咗乜嘢咧？佢咁樣咧，其實咧某程度上，因為佢係被禁制咗嘅，佢係被乜嘢禁制咗咧？佢係俾 Name of Father 禁制咗啊嘛。咁佢就放棄咗嗰一個咧想像嘅圓滿嘅，其實佢係希望透過攞到嗰、那個他者，即係嗰個大他者，即係嗰個律法嘅lawmaker， 即係一個律法嘅製造者咧嘅認同咧，去攞翻嗰個想像嘅圓滿啦。譬如咧 ，obsessive 嘅人咧，佢會覺得譬如我擁有呢一個大家都覺得靚嘅女人，咁所以咧，我就係一個男人啦，我就係一個咧好獨立、好有個性嘅男人啦。譬如咧，有個男人佢，我揸架紅色跑車，我攞住我擁有呢架紅色跑車咧，即係呢個 A 啊，紅色跑車可以塞落呢個 A 度啦 ，red car 咁樣，咁咧我就係一個咧。圓滿的男人，但是問題是這件事永遠都 feel 不滿的，他 feel 不滿的。好了，所以呢他是放棄了那個想像的圓滿。那個想像圓滿呢，拉康呢就用一個這樣的符號來表示的，就是一個世界的希臘字母叫 Phi， 就是一個想像的圓滿來的。咁咧，我哋咧每個人進入咗呢一個完整嘅 castration 嘅時候，完整嘅閹割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失去咗呢樣嘢，失去咗呢樣嘢嘅，因為我哋俾嗰個語言咧，記唔記得我哋一開頭講過，我哋俾個語言將我哋同嗰個媽媽隔咗咗啊嘛，我哋一旦咁樣俾佢掹開咗嘅時間咧，我哋就一定咧失去咗嗰個原本啦。呢個其實係我哋可以代入。去叫做圓滿啦，一種想像的圓滿啦，混完成一嘅
嗰種感覺，嗰種感覺係啦，混完成一樣，係啦。咁咧，佢其實咧 ，obsessive 啊或者 hysteria 嘅人咧，好想有翻呢個，但係咧佢就用咗大他者嘅認同咧嚟換呢、這、一個，嚟想換呢、這個，但係其實咧佢就係因為咁咧，佢就攞咗佢，佢就冇咗佢。因為大他者嗰個認同咧，其實係叫咁樣嘅，咁樣啦，魚蛋啦，呢個係大街嚟嘅，呢個係大街嚟嘅。呢一個咧，簡單啲咧，就係話一個咧象徵嘅認同，呢個象徵嘅認同，呢個象徵認同頭先講嗰啲咧，譬如一個大家認同嘅跑車啦，嘅符號啦。名誉啦、地位啦、权力啦，等等都输入去呢度度。咁咧，佢哋就以为攞呢个咧，就可以达到翻呢一个位置嘅，即系一个想象嘅圆满。佢哋觉得咁样可以换到嘅，咁但系最后咧就系换唔到嘅，因为一定系有一个咧残余喺度里边，系一个残余喺里边。咁但系呢个再讲落又好深啦，点解会有个残余咧？咁样，点解会有个残余咧？佢裏面就未，裏面佢都有講類似嘅嘢嘅，同我而家講啊，即係話佢用一個象徵嘅認同去換翻，想換翻佢原本，因為咧個爸爸咧佢禁止佢噶嘛，佢禁止咗佢噶嘛，個爸爸有 power 喺嗰個neurotic 嗰度咧，喺一個官能症嗰度咧，佢有 power 去禁止到佢，所以佢就覺得只要得到爸爸嘅認同咧。佢就可以換翻同媽媽嗰種圓滿啦。但系咧呢一個咧就係咧可能嘅基本上，又攞唔到呢個圓滿嘅基本上。咁但系咧問題係咧，如果對於 neurotic 嘅人咧，就會係希望攞呢個換呢個。但係咧，如果對於呢一個咧 perversion 嘅人咧，佢就唔會咧透過呢一個嚟換呢一個，佢會堅持呢一個。佢堅持呢一個想像性嘅圓滿，佢堅持呢種想像性嘅圓滿。咁佢嘅方法咧，佢嘅方法咧就係將自己咧去擺喺呢一個咧嗰、那個 A 嗰度，佢將自己咧擺喺嗰個即係頭先講啦，呢、這個 A 啦，呢、這個 R 啦。因為佢是他者，就完全係唔圓滿嘅。是他者完全是有個 lack 喺度，就因為他者有個 lack 咧 ，mother's lack 即係他者嘅欠缺啊，阿媽有個欠缺啊，阿媽唔夠啊嘛，咁邊個先可以滿足到佢呢就係、是、我咯，所以呢度佢仲係 OK 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咧，因為阿媽嗰個快感咧，佢仲係堅持嘅。佢就係堅持嘅，因為我都仲可以咧，係攞到呢一個快感，我仲係有能力攞呢個快感。因為阿爸咧，基本上咧係完全咧喺度無能為力，唔可以過嚟。咁所以佢就要將自己咧 position 啦，佢將自己嗰個位置擺翻喺嗰個阿爸嗰個位置咧，即係嗰個 prohibition 嘅位置，即係嗰個禁令嘅位置。佢將自己擺咗喺禁令，因為而家冇一個禁令去令到佢理解到佢媽媽嘅慾望嗰一樣，因為一般呢一、這個官能症嘅人咧，就會有一個咧禁令個阿爸嘅 figure 咧，就會話俾你聽，你永遠滿足唔到咧你媽媽噶嘛。但係喺呢度就係冇咗呢個 separation 嘅位置啊，冇呢個 separation 嘅位置，所以佢自己就要將佢。擺翻喺佢嗰個阿爸作為呢一個咧禁令嘅位置嗰度，先至可以咧攞翻呢一個sweet song 啫。咁如果你有呢、這、一個呢、這個 reading 咧，即係有本書咧，咁你睇到咧，其實有兩版有用完，第179頁啊，179頁佢又講咗咧，就話其實咧。Alienation 咧係涉及到一個對快感嘅一個革命嘅。咁你見到喺呢個個案入面咧，即係喺 Jim 呢個個案入面，
佢提到咧，呢個係佢用咗個特別嘅字嘅，就叫 displaced case 即係類似係 displaced castration 咁樣啦。佢阿爸佢有一個佢阿媽咧就唔肯放佢，搞到佢火唔火綠咁樣啦，病曬，特登整病佢。咁佢又冇辦法脱離佢阿媽嘅。原先佢係應該變成精神症嘅，但係咧咁有一日咧佢又入咗醫院啦。咁嗰、那個呢、這個咧其實係個重個意喺邊度？呢、這個就係佢同佢阿媽有一個分離。佢而家入咗個醫院嗰度，而家個醫院咧就唔係屬於佢阿媽管轄嘅範圍嘅。咁跟住佢老豆出現咧，佢老豆出現咧就揸住佢個嗰個即係某一種比喻，即係其實佢有一個比喻作用，就係佢個盲腸其實係一個閹角。咁嗰個其實最重要嘅，其實都可你可能會拗啦，就話究竟係咪㗎？佢明唔明㗎？即係盲腸代表即係陽具係咪㗎？咁樣你自己咁諗啫。但係佢其實嗰度最重要就係咩？最重要就係話咧，那個父親咧係執行咗，將佢用一種特殊嘅方式咧係擺脱咗佢阿媽，即係。原先阿媽應該係一個 father no 嚟嘅，即係令佢脱離阿媽應該係 father no 嚟。所以，但呢個咧其實唔係正式嘅 father no， 所以佢話佢係一個 displaced 嘅，即係一個移置嚟嘅，係一個置換咗嘅一種，即係類似閹角咁嘅。但係假設佢執行到閹角嘅第一個功能咁樣，咁所以咧佢話係一個唔係個 father no 嘅，但無論如何呢、這個執行咗。個 father no 嗰度咧，就將佢咧係帶離開一個角色，呢、這個角色咧就係阿媽嘅樣具。如果唔係咧，你見翻佢第179頁啦，頭先講179頁有個表嘅，175頁咧有一句説話咧，就係佢 call 呢個 Lacan Key 嘅嚇。第 Lacan 喺呢一個文集入邊咧就講一句咧 ，Freud reveals to us that。It is sense to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at man does not remain bound to the sexual surface of his mother。 这个意思就是说，刚刚在文章里说多得这个父亲的名字嘛，多得这个父亲的 paternal function。 如果不是呢， 男人尤其是男人呢，或者人呢，其实不是男人，所有人呢都是会停留在即係作為母親嘅即係性工具嘅呢一個狀態嘅，咁當然嗰個性工具嘅意思唔係就係嗰種性交咁簡單，而係一種想像式嘅圓滿嘅關係啊咁嘅意思。咁所以其實，但係 Nelson 先講到就係 mother desire 咧，咁其實佢講得比較複雜啲啦。簡單啲講，你只要記住就其實咧，就係 father no 咧，其實嗰個喺 gene 個 case 入邊咧，嗰個入邊 father no 咧係已經執行咗呢一個將佢脱離母親嘅性範啊嗰個快感嗰個範疇嘅功能嘅，但係未被執行嘅咩咧？未被分層就 father's name 未被執行 ，father's name 咧就係未帶佢脱離成為母親慾望對象嘅呢一個。位置嗰度，因為只有脱離呢一個母親慾望對象嘅呢個位置咧，就先可以進入呢個大他者嘅嗰個位置嗰、那個 position 嗰度。所以你見到第179頁嗰度咧，佢就話 separation 嘅嗰條呢條係不過大少少問題，呢個係 Goldstein 嘅演繹嚟嘅。Goldstein 嘅演繹就話嗰條 formula 就係 father's name over 呢一個 mother's as desire。咁所以咧，佢就係冇執行到。點解佢冇執行到咧？就係、是、因為佢父親唔夠強勢咯。佢父親只係做咗一個，只係將佢帶嚟咗母親，但係冇唔夠強勢，未強勢到係可以俾一個 promise 佢。嗰、那個 promise 係咩咧？就係、是、最尾 Nelson 先講嘅，就話其實好簡單一句説話，就話咧，我應承你大個咗俾一條更大更好嘅藥具你，但你而家咧。就要俾你嗰個作為交換。咁 Bruce Wayne 喺呢度都有提到
應該178萬。我提到通常咧，通常嘅如果官能症啦，咁如果佢做到呢個 fast lane 做到呢個 function 嘅話，咁細路仔咪進入呢個大他者文化個象徵位置啦，係咪？咁去攞象徵滿足啊，唔係想象滿足啊。咁但係通常佢提到，通常呢個承諾都係被覺得係一個都係呃情嘅一個承諾嚟嘅。通常啲官能症覺得好不滿嘅，通常覺得就話、啊、都唔係嗰樣嘢嚟嘅，又話俾個好勁我，但最後都唔係嗰樣嘢。所以他最後都會覺得是受騙，覺得是一個很差的機會來的。這個可能也是為什麼官能症會 repass 的原因，會有各種的不同的原因。所以 你剛才如果 Nelson 說了很久了，但其實呢是就是179頁的、那個、那兩條方的，還有175頁的佢先引呢個拉康講過一句好重要嘅説話啦，係啦。同單親家庭啊？其實不是的，即係你我估到你大概意思就係、是、其實如果單親家庭嘅話，咁就一定會出現呢、這個pollution 啦，或者係 psychotic 啦，係咪？但其實如果你讀得清楚咧，譬如話咧，我試下 call 出句出嚟，佢喺講呢個 Jean 個 case 嗰度咧，其實唔係咁樣嘅。Jean 個 case 咧，佢有提到咧，就182頁嗰度咧，他講完咗呢、這個，佢講過呢個個案嘅時候咧，佢講完咗敘述完呢、這、一個嗰、那個盲腸咽喉嗰個例子之後咧，咁佢就下面就有一句話 ：Jim is never praised by his mother for the speed at which he learns new words, songs, stories, and so on. In a word, for his symbolic achievement as a child.For his symbolic achievements as a child， 嗱，即系话咧，佢妈妈咧从来冇赞赏过佢，冇赞佢咩咧？佢从来咧冇因为佢嘅象征性嘅成就咧，系赞赏过佢嘅。嗱。即係話象徵世界裏面嘅成就，象徵成就，譬如 he learns new words 啦，即係學習新嘅字啦，唱歌啦，講故仔啦，呢啲咁嘅嘢啦。佢阿媽讚佢咩？佢阿媽可能話你喺前面又見到佢阿媽淨係讚，即係淨係好滿意佢，就咩就幫佢著衫，幫佢換衫，好滿意佢病翻張牀度，咁坦曬咁樣。同埋即係其實咧嗰、那個。father 嗰個角色咧，唔係一定要即係嗰個 father， 係啦，即係總之係其他唔同嘅人，可能係佢嘅兄弟姊妹，可能係佢其他嘅親戚朋友，可能係佢生命裏邊其他重要嘅一啲人都可以係做嗰個角色嘅。好多時其實係舅父嚟嘅，即係媽媽嘅兄弟咁樣啊。同埋咧，你喺呢一句182頁呢一句，我啱啱即係引述呢一句嗰度，你會發現咧，其實呢個 father 咧，可能從來都唔存在，佢只係一個 symbolic 嘅 position 嚟嘅。即係話，如果個阿媽讚哇你識字好叻喎咁樣，咁咧佢就知道咧呢、這個係佢阿媽嘅認可，而呢樣嘢係一個象徵嘅存在嚟嘅。咁呢個就已經係一個 paternal 嘅 function 嚟，佢已經係一個。佢係指住佢係咧 point to 一個 symbolic 嘅 father 嚟嘅嗰度，所以個 father 唔係一個係一個功能嚟嘅，佢唔係一個指定人物嚟嘅，只不過喺而家我哋人類現存嘅關，即係呢一個社會關係入邊咧嚇，即係。父親呢個角色好似特別明顯嘅，但如果你
看回人類的歷史，其實人即是我想人又有人類自有語言和歷史，也都可能至少都差不多可能最早可以追溯過超過10萬年以上的歷史的、有語言的開始，所以、即或者如果我記錯應該都起碼都有幾萬即幾萬年這樣，所以那樣嘢唔一定是我哋而家所理解的核心家庭入邊嘅嗰個父親，但是而家人有一個好特殊的情況，就上次都講過，就係、因為即係 psychotic 嗰陣都講過，就係、因為、精神症點解而家咁流行咧，越普遍咧，就係、因為個社會係好隔離，有時係成長小小朋友成長嗰陣時候，個父親個角色係越嚟越衰弱嘅時候咧。咁呢一個 function 就越嚟越難，即係實現咯，喺嗰個小朋友嘅成長入邊。我想問啊，我有三樣，啱啱你嗰個話父親嗰個角色咧，就即係唔係講話係親生父親嗰個父親啊，越嚟越遠弱啊嘛。咁即是話咧，你話係個人嘅越嚟越疏離咧，咁樣亦都即是話，如果在一些小朋友的裏面咧，細路仔，我不需要一定是媽的親生母親、親生父親一齊，只要咧佢身邊個人，佢可以發到呢一個功能啊，去照顧佢，好關心佢，好讚賞佢，亦都有一個人知道咧，就唔係淨係呢個人先係屬於佢嘅，係屬於係佢係屬於好多個人，咁即係話呢個完全依附啊，令到個人物成長得好啊，咁即係可以分享到啦。是啊，不好意思啊，我的攝影是很厲害的。就第二個問題，我說完第二個問題，你那個父母的年齡是、是因為、未行出過那個、一個權威或者是一個東西，將一個即是個年齡和個媽媽的當是這樣就隔開過，所以他們是覺得很快很然後呢些病症都是因為誒佢哋冇經過呢、這個隔離咧，然後我哋去追尋呢個人圓滿啦喺呢個世界裏邊，希望追尋呢個圓滿，所以就佢做出一個呢、這個即係正面派啦之類咁嘅嘢，我 catch 就咁樣啦。其實咧應該係咁講，呢、這個圓滿呢一個不圓滿咧，負啦有個負即不圓滿啊嘛。其實呢個圓滿就係、其實如果呢一個就係嗰塊砌圖爭一塊。你想想一幅砌圖，那它還差一塊，那其實這個就是那一塊，那負了就只是差那塊，那你就成日找那塊，那但是成日找那塊呢，其實就是那個官能症結、我們那個官能症結構呢，就是我們剛才上一次講呢，因為是啊，這個 father 呢，他落了來set，他閹割嘛，他一閹割，其實我們就發覺，譬如為什麼剛才講那個阿桑他媽媽讚佢嘅嘢，唔係嗰啲唱歌啊一般讚細路仔，我哋都係啊唱歌啊學生字啊讀書啊咁樣諸如此類噶嘛。但係佢係著衫嗰啲噶嘛，因為咧呢一、這個father's name 咧或者 name of father 咧，就係咧嗰個象徵體系本身咧，完全可以將嗰個人閹割咗。呢、這個閹割就係因為嗱，佢對住咗 mother's desire。只有父親的名字，即是一個 symbolic 的世界的東西， symbolic 的世界的所有的物，切割的物，切割的，是嗎？產在他媽媽之中，就不是只是媽媽之中的那個，即是他媽媽喜歡他做什麼就做了一些東西，他媽媽不喜歡他做的東西都可以插入他那個生命的裡面，這樣的。他媽媽不喜歡他做的東西。他媽媽不讚他唱歌厲害啊，說如果有一個人係拎呢一樣嘢係即係壓得住佢個媽媽嗰個希望嗰啲嘢讚賞佢咧，咁呢個咪成為個 father 先生。其實用一個看就可以望到啦。如果係讚佢唱歌咧，讀書咧，諸如此類咧，喺整個象徵，譬如 socialize 啊嘛，我哋可以用呢、這個叫 socialize 呢個字噶嘛，社交化喺社交化裏邊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步嘅位置嘅就係、佢最後咧，如果繼續問落去咧，你問唔到點解嘅，佢問唔到點解嘅，
呢、这個就係語言俾到啦。譬如媽媽點解佢對我有呢種要求？媽媽對我有一種要求就係讀書叻，對人有規矩、有禮貌、有一套禮儀嘅。佢裏面就裏面涉及咧就係一個 law 嘅位置啦。law 嘅位置就係話，阿媽叫你喂食飯有啲規矩啊，唔好唔好話未必一定唔好啊。譬如話食飯有規矩啦，唔好出聲啦。食飯有規矩啦，要拎起個碗嚟食啦，或者西方嗰啲餐桌禮儀咧，北湯咧飲要咁樣，跟住咧唔好出聲嘅。但呢一樣嘢咧，最後落去，如果一個細路仔咧會問噶嘛，就話點解要咁樣咧？最後冇得解啊嘛，最後冇得解啊嘛，咁咪形成咗整個 separation 可以出現到咯。因為原來最後母親要嘅嘢咧，係解唔到噶嘛，係解唔到噶嘛。呢、這個父之名係解唔到啊！呢、這、一個律法本身係解唔到落去。所以如果解到就得啦。解乜？你點解到都解唔到。係啦，呢個係會深層次啲，呢個喺語言嗰層面去講嘅。但係即係啱啱講，其實佢意思就話、是、有冇一個如果有個人介入咗母親同埋呢一個 B B 嘅嗰個關係入邊。是不是就可以實現到基本的 paternal function 呢？這件事呢，你再去看回我們今天講的這個個案呢，這個事主換這個 subject 呢，他其實個爸爸原先應該是執行這個 function， 但由於他爸爸在個家庭裡面是完全沒有被忽視，尤其是但最主要是被哪個忽視呢？就是被個 caretaker 忽視，俾 B B 對個 B B 嚟講最重要嘅人不是，咁所以咧最重要嘅咧就唔係究竟有冇一個第三者啊嗱，呢個理論上我唔可以話俾你聽臨床係咪咁樣，因為我冇做過臨床啊。但理論上就咁樣啦，最重要咧就唔係話究竟有冇人走去掹開個 B B 同埋個媽，最重要咧就話究竟呢一個第三者咧係唔係其實。是不是被他母親承認？他意思就是說，第三者會不會令個 BB 覺得呢，就說是那個阻斷他同，即可以隔開他同他媽的那種慾望關係的一個中介。如果這個即使，譬如我假設你，他媽有個朋友，那即會贊個 BB 的，但其實呢個關鍵就是，如果個阿媽依然係將個 B B 咧係，即係譬如話佢24小時唔離身嘅咁樣，從來都冇消失過，咁個 B B 就好難想像一種咧係欠缺嘅狀態，即係佢一直會覺得個關鍵就係個爸個 B B 會覺得個媽阿媽就唔係淨係需要佢。但如果個阿媽有啲阿媽咧，就24小時陀咗 B B， 個 B B 冇體驗唔到一種狀態，係話咦阿媽原來都可能有第啲嘢要搞嘅喎。所以拉康講過一句説話就是，我唔記得喺邊度啦，就話最驚嘅就係話嗰啲咧係從來唔離開 B B 嘅媽媽。其實最得人驚係呢一種啊。功能症嗰時講嘅話有恐懼都係呢個就唔會大家傾嘅恐懼啦，但係我而家睇到呢一個咁嘅情況，我就想問啦，如果我有恐懼症嗰人發生咧，就係咪因為成日佢都係得唔到呢個母親嘅 care 咧，即完全喺佢細路仔度 care 裏邊一個母親嗰個角色嘅 care， 咁係唔係？個 phobic object 啊，個 phobic object 嗰個恐懼對象、恐懼問題，可以係任何嘢嘅，佢只係體現咗個位置就咩咧？佢就體現咗個角色，就係嗰個喺 L schema 裏邊嗰個 big other 嗰個角色啦，那個位置。大 A 係大 A 大 A 嘅大他者 ，author 或者 big other 或者 other 大錯大寫嘅 other 大他者呢個位置，點解
點解呢一個點解嗰個點解一個恐即係嗰個恐懼對象或者恐懼物體係可以任何任何嘅，而係佢係扮演緊一個彈坑者嘅嗰個功能咧？就因為彈坑者本身個 tectonal fin 即係佢係一個修補嚟。嗱，點解我會咁諗咧？因為你嗰度講，如果個 B B 同個媽媽咧係一個圓滿嘅，佢其實覺得好安全嘅，自己喺一個好安全嘅裏邊嘅嘛。咁如果你係覺得唔安全感，通常有恐懼就係，如果照我度即係咁耐，我聽到啦，我自己理解可能理解錯。咁即是話呢個咁嘅安全感係得到呢個媽媽媽咪個 take care 嗰個咧安全感咧，就係、是。不是安全感，其實它不是涉及安全感的。為什麼？其實我一直都應該我們很少的，差不多應該沒什麼提過，我記得印象中沒什麼提過安全感這個圓滿。圓滿關係是怎樣？其實呢，它最主要涉及到這個，它最主要涉及到這個慾望，還有依賴狀態。其實呢一種依賴狀態咧，其實我應該喺第一次上 coaching 嗰度講過咧。其實佢係一個好特殊嘅呢一個機制之下嘅產物嚟嘅，就係人類嘅嬰兒喺佢同動物其他動物唔同地方，就係佢係會完全冇任何嘅求生能力。咁所以咧，佢解決外部威脅而產生嗰種焦慮嘛。如果有個龐然大物突然間你去睇，哇 ！B B 好得意啊咁樣，其實你一隻怪獸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即如果你係 B B 嘅，咩邊個嚟㗎呢只嘢？但如果你見到其他小動物咧，曱甴啲咧，其實咧或者小狗、狗仔、貓仔，佢一見你嚟嚇就走到鬼死咁樣噶嘛 ？B B 唔得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佢人類 B B 對呢個 caretaker 對母親嘅有一種非常特殊嘅即係。機制，佢解決呢種焦慮或者外在威脅方式，純粹係一個白日夢嘅方式嚟嘅。嗱，呢個亦都可能點解我哋人類經常發夢，我哋問下你廿四過去嗰廿四小時發到幾多個白日夢啊？係咁，所以咧，佢解決佢根本可以唔需要脱離咗個 instinct， 佢由其實可能由嚴格嚟講，佢由 day one 開始就已經脱離咗呢個本能需要滿足嘅呢一個狀態。佢解決本能，譬如佢肚餓咧，或佢屙咧咁，佢解決本能需要呢種辦法咩咧？就喺度幻想。咁所以佢涉及嗰種安全感，其實唔係用安全感嚟講。佢一旦有呢種幻想時候，佢就會同呢個對象，同呢一個母親咧，係 caretaker 咧，係進入一種好特殊嘅呢一個所謂圓滿狀態。咁呢種狀態咧，呢種狀態係。唔依賴我哋一般講嘅嗰種一啲求生嘅原則嘅，譬如話安全啦，食得飽瞓得好啊，唔係依賴呢一啲嘅。咁當然呢啲會係副產品嚟嘅。你可想象個阿媽如果廿四小時都唔俾個 B B 離開嘅，咁佢即係應該都照顧得佢都 OK 啦，係嘛？但係可能有啲過龍到好似頭先呢個 case 嘅。咁特登即係去到盡嘅時候就將佢自己佢阿媽應該有啲變態，其實係虐待佢。咁但係佢做咩虐待佢？就係要佢要 enact 翻個媽，其實要佢又要阿媽要令到個 B B 不斷咁去依賴佢嘛，係極端到嘅程度就將佢整冇，佢根本冇咁嘅 need， 冇咁嘅本能需要，都要特登整佢出嚟啊嘛，即係甚不惜欺不惜去傷害佢。咁所以但佢喺醫院嗰一幕，其實主要就係咩？個醫院嗰一幕就終於知道，就其實咧，佢係啦，佢可以唔使病，可以醫得好嘅。咁我所以啊，恐懼咧呢樣嘢就如果令我咁嘅諗法咯，即係你話如果恐懼係由個 big data 嗰度影響嘅，即係觸電咗啲係啲咩好唔好嘅辦法？即係當然，而家我哋要討論嘅時候，因為我哋都係根據嗰個書同埋，即係響拉康嗰個理論嗰個層面上去講，咁變咗就係咁去解釋啦。係啦，即係當然有好多咁好多唔同嘅解釋，佢講翻點解會有一個恐懼症嘅發生咁樣樣啦。
咁呢度咧，如果174页咧都有講到一個譬如響好幼年嘅時候咧嘅恐懼咧，其實咧都可以咧嘅原因係因為有一樣嘢突然間就響媽媽同 BB 嘅關係之中出現咗，而嗰個嘅嗰樣嘢咧係俾 BB 感覺到咧，佢係能夠將佢同媽媽分開嘅嚇，呢一個都有講到嘅。咁但係呢個咧就係響基於一個係爸爸本身佢嗰個 paternal function 咧係唔能全面去 function， 佢只係 partially 去 function。咁所以佢係其實冇經過一個完全嘅閹割，而只不過好似一半一半咁樣樣咧，故此咧佢先至會係即係 develop 咗呢一種 early childhood 嘅 phobia 嘅，係啦。咁如果阿葉真呢度有興趣都可以再向呢度再睇多啲啦。咁咧，我想補充嘅咧就係、是我哋一開始呢度講今次嘅一個題目係 perversion 啦，咁個譯名咁就係性變態或者係倒向啦，係咪？倒錯係咯。咁如果我哋日常嚟講話用變態咧，都係負面噶啦，係咪？即係你唔會特別喜歡人哋話贊你話你變態咁樣噶嘛，係咪？咁但係咧喺呢一度嚟討論嗰個嘅意思其實又唔一樣嘅。即係如果喺拉康嗰、那個呢度佢嗰個嘅形容一個精神結構嚟講咧，其實呢一個 perversion 咧個名詞咧，只不過係愛嚟形容呢一個嘅 structure， 形容呢一個嘅結構啫，就唔係話咧係我哋平時用嚟去標籤某一啲人佢哋嘅性嘅興趣同我哋有所唔同，係啦，而講到究竟呢個係咪咁樣嘅變態？咁其實咧作者咧仲喺一開頭嗰度咧。其實The Core of Human Sexuality 啦，165頁嗰度咧，一開始 conversion 嗰度咧，佢就有講到，其實如果我哋係假設咧，其實人如果係對住你同一個人有一個性行為嘅時候，你咧係對佢全個人有同佢全個人發生關係。你係對佢成個人有一個興趣，咁呢個先為之正常嘅話咧，呢個係個假設嘅話，咁我哋人類咧嘅好多嘅唔同嘅性行為咧，都可以話係變態啦。即係因為我哋好多大部分好多嘅性行為都唔會係基於話我哋純粹要繁殖啦、繁殖後代啦，或者係同呢個人點樣圓圓滿滿地有一個關係咁樣，即係可能我哋都係很好片面好。一個很 partially 或者自己的方向嗰度去攞一些快感嘅啫喎，咁係咪變態呢？咁於是咧，其實咧，作者喺呢度講到啦，就係、是、其實咧喺拉康呢個 psychoanalysis 嘅 view 裏邊咧，呢、這、一個嘅人類嘅一個人類嘅 sexuality， 其實已經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咧，就係變態啦。我哋本身就真係變態噶啦，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咁所以咧。大家就要注意呢一度，我哋頭先所討論嗰個嘅 perversion， 就唔係我哋平時講緊啊呢個人係變態啊，嗰個變態咁，唔係呢個意思咯。咁而其實嗱呢度我哋會有討論到有三種唔同嘅 perversion， 第一個係呢個戀物癖，係咪大家都知道有例如有啲乜嘢啦？例如係啦，頭先個 case 啦，就係戀物癖啦。係啦，咁另外頭先仲有提過嘅係呢個被虐狂同埋虐待狂，係啦。咁呢、這個你可以話係喜呢個用被虐嘅癖好同埋呢個虐待嘅癖好，咁唔係一定係一個一個有呢個 perversion 呢一個 structure 嘅人先會有嘅行為嚟嘅，其實係可以係其他嘅可能係neurotic 嘅，可能係 psychotic 嘅。佢都會有呢一個間唔中，或者佢有個人嘅喜好啊，諸如此類，有呢、這、一個虐待嘅一個喜好，或者係被虐嘅喜好，或者作為一個性喺性行為上邊一個興趣，咁呢啲係會有嘅，但唔代表佢有呢一個興趣咧，或者係有曾經有呢啲行為咧，就等於呢一個人咧佢個精神嘅結構就係 perversion 一個結構咯。是不是這樣理解？是的，即是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他剛剛講過，就是這個 perverse 的 act
是不等于一个 perverse 的 structure， 即一个变态的行为呢，就不一定是一个变态的结构的，通常都不是的。他也提过，其实通常原先他以为是这个以为是性变态的，通常发现就是这个官能症又或者是精神症的样子。其实举个例子，刚才他有一句刚才那个问题的结构，官能症就是总之是问题有一个 question 的，我究竟是生命死啊，我究竟男性女人啊。但其实呢这个拉康都将性变态呢是用一个语言的句子的形式呢，语言的形式去表达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应该是1870 I know very well but 即是 我知道很清楚，即好像现在的官一样，即是我知下面好什么，但是我都是不理你，我都是要加，我都是要加这个饮水的要求，但我又不会加红酒水，我知道很清楚。有一个例子呢，其实很搞笑的，就是因为呢，现在的精神分析里面，拉康帕精神分析里面呢，最出名和最出名的其中一个最出名的这个学者就叫做齐泽克，就是 Slavoj Žižek 或者是 Žižek。 齐泽克呢，你可以 search 或者 Žižek 或者中文叫齐泽克，沼泽的泽，即是克服的克。咁齐泽克就讲嗰、那个，就佢都系用呢一个性变态嘅，即其实我哋日常嘅文化入边越嚟越多嘅 perverse act， 即越嚟越变态嘅文化。如果你睇下每日打开苹果日报，就知道几多变态嘅苹果动新闻，即系。是的，越來越變態。其實甚至有時候他變態就不是，即不是他說的，即譬如說是譴責的，不單止說他天天在報緊雞姦啊、殺人啊、受教啊，即譬如那些，他是，我記得跟譬如說蘋果讀新聞，他是說這個強姦的時候，他是會，即他那一聲音都會很興奮，即是雞姦啊。咁佢當然佢選材好中意，就即特別中意頻率高，好特別高頻率就係呢一類雞姦狗，即係呢個雞姦啊、強姦啊，或者性變態，總之係全部呢啲淫為嘅啦。咁其實唔係話色情唔好，其實如果你真係咁嘅傾向，其實冇所謂嘅。但係問題係佢而家係教訓緊我哋，係即係推住我邊個去呢個方向。咁其實有一個。就是他特別會批判這些，同埋他特別批判知識分子入邊有一種態度，就係咁樣，就I know very well， 但係即係我知道呢、這個，譬如我知道呢個社會係即係好腐敗嘅，係，但我都係唔夠你嚟咁樣，我都係照做翻我嘅嘢咁樣嚇。雖然我可能搞緊社會學，或者我搞緊哲學、心理學，嗱總之唔關我事，唔好搞我。咁佢有一個故事就咁樣，就話咧有個大學教授咁招呼朋友翻屋企啦，跟住佢個朋友走嘅時候咧，即係食完餐飯走啦，咁就見到門口度有個馬鞍喎。其實佢嗰個係西方嘅例子，即係嗰個馬鞍其實應該係一個即係類似 lucky 咁嘅象徵嘅，即就好似我哋中國人將個倒轉福字擺門口咁啦。或者擺個門神喺屋企門口咁，跟住佢就問佢朋友好詬異話：喂，點解你乜你信呢啲嘢嚟咁樣？跟住個教授就答佢話：係啊，其實我唔信嘅，我點會信呢啲嘢？即係但係我聽人哋講過啊嘛，你唔信佢都屈噶嘛。即係呢個就係個問題咯，即係我根本唔相信呢樣嘢，但係咧，我就。做緊呢樣嘢，但係個背後其實咧，跟住通常我哋講就冇再講翻佢個深層嘅結構係點。你記翻今日呢個性變態嘅結構咧，就係呢個結構就點啦。其實性變態結構就話你嗱個重點，一般我哋講性變態就話虐待狂、性虐狂嗰啲，就講佢喺度其實好變態啊嘛。其實唔係嘅，佢其實好深信 big other 呢樣嘢，佢好深信道德倫理啊，明唔明啊？
即係個慘，即係個慘劇係佢好深重道德倫理嘅。佢而家要將個道德倫理搬出嚟演一次俾大家睇啦。當然佢唔係，即係佢其實即係所以佢話其實個性變態咧，即係所謂一種結構咧，就話佢根本佢唔係佢唔一定係嚴格嚟講，佢唔一定係一個 perverse 嘅 act 嚟。如果你唔係性變態結構，你去找做呢啲 perverse 嘅就你就係 perverse 嘅人啦，變態係咪啊？但如果你係個性變態結構，你做呢啲嚴格嚟講，其實你一啲都唔變態，因為你只係要演翻出個大他者嘅嗰個存在，即係個社會道德倫理嘅存在。如果唔係，你就要同你阿媽亂倫噶嘛。即係依個係嗰個關鍵，而但係我哋一般正常官能症、一般正常人所謂啦，做呢啲 perverse act 嘅時候咧，就真係 perverse 嘅。點解咧？因為嗱，佢話我唔相信呢啲嘢，但係我都做咗啊嘛。個背後結構就咩？其實一樣，佢都係信嘅，但係咧就唔，但係咧就以為自己唔信咯。佢唔知道嗰、那個、那個。belief 咧，個信念咧，唔係一個意識形態嚟嘅，唔係一套論述嚟嘅。個信念咧係一套行為嚟嘅，佢係會回溯式咁咁樣咧，係即係銘刻咗你嗰個信念嘅。即係你做咗，其實就信咗噶啦。即係你係一個點樣人咧？唔係話，譬如話你一生人變，你怕你話碎死咁樣，你一生人變即係撞多端。但係咧，你死嗰日咧，其實你心入邊都知道，其實我喺個內心嗰個善良人嚟嘅，即係內心咧，淨係。但係你一世都係一個官僚喎，做即係總之上面叫你做咩曬，個科你又做嗰樣咯。但係我內心係一個，即係你知道個信念係點樣咧？因為呢個就係、是、呢、這個 exactly 就係變態嘅結構嘅 app 啦，就係佢否認咗啦，佢否認咗嗰個 big Adam 啊，係嘛？佢否認咗。但是其實他另一方面他 act 翻佢出嚟啦 ，act 翻佢出嚟。Perverse act 就係咁樣啦。Perverse act 今日嘅呢一個點解？因為我哋喺一個好特殊嘅時代，我哋嘅時代就係一個科學嘅時代啊嘛。但一般人信嘅就係呢個科學崇拜咯，而唔係科學本身咯。科學崇拜係咩？就話其實咧，我唔信所有嘢嘅，我唔信噶啦。你記住，我唔信所有嘢嘅。其實就話唯一我信咧就係科學啦。但如果你真係科學就好話好，但佢嗰種科學咧就係話咧，所有嘅嗰種以前嗰啲宗教啊、啲迷信都係假嘅。但係佢冇諗過咧，嗰一套佢本身嘅科學嘅崇拜係一種意識形態嘅。呢、這個比較深層，但同樣就其實頭先啱講就其實。而即係簡單啲講啦，就其實就係我一慣常講嘅言行分裂啦。係啦，同埋咧，同埋嗰件一件事情啦，一個世界點樣形成？呢、這個社會究竟係點樣一回事情？社會究竟係風氣好啊，定係風氣壞？其實唔係你心入邊想啲乜嘢嘅，就好似咧嗱，如果黃大仙廟。即係話黃大仙廟入邊咧，黃大仙廟究竟靈唔靈咧？點佢靈唔靈咧？多唔多人拜？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點咧？就多人拜咪大家覺得佢靈咯，係咪啊？如果冇人拜呢間廟，完全冇一個人走去拜佢，大家唔會相信佢靈喎，係咪？即係話你跪咗落去咧，嗱，即係Nelson中意講，你跪咗落去做咩啊？即係信。嗱，你跪咗落去就信㗎啦，係啦。即係咧，你諗清楚一間廟嘅權力。一個神殿，一個神的權力，它是哪裡來的？是信徒的數目和信徒的捐獻、信徒的行為 retroactive 回溯式地去創造出來的嘛。即是信徒的行為呢就創造了一個宗教，決定了一個宗教究竟強不強大嘛。但是同時間信徒的又怎樣判斷那個信不信教呢？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究竟有沒有人咁樣有冇人去拜佢啊？或者，但係或者由首先佢又會問喂，究竟我不如拜唔拜，信唔信都好，即係究竟佢靈唔靈都拜咗先啦。如果唔靈咧，就冇都冇損失嘅咁咯。
唔靚都冇損失嘅。呢種咪即係 act out 呢種 perverse 嘅 act 嚇，所以 set 會講誒呢種好特殊嘅結構嚟嘅，係一種知識論述嘅之下嘅結構嚟嘅。咁就話今日係越嚟越多變態嘅呢一個行為啦，喺個社會入邊。上次嗰成億嘅彩池六合彩咯，係啊，如果咁講，即係成堆人都要鋪天蓋地咁樣衝去買，大家就係買咗買咯，就係、是、大家都知道中嘅得幾多個，即係點？其實跌曬 wow 咗乜嘢咧？跌曬 wow 咗，其實大家而家咧好苦啊嘛，個個都要衝去買六合彩，而家啲租貴，乜嘢都好貴。是點解啫？都咪又係賽馬會啊、地鐵啊呢扎人嘅始作俑者。咁但係最後大家都走去買翻佢啊嘛，係啊，即係大家反應咗，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咩啦？大家知道馬會害賭，即係都好諷刺噶嘛，賭錢落海啊嘛，佢嗰個廣告大家都知噶，但係佢但大家都要繼續去買。係啊，嗰日都攞咗自己幾啦，啲人投注咗2億幾，但係彩錢得1億幾嘅啫嘛。贏咗都係分1億幾啫，係馬會贏曬咯。咁係，總之都係馬會贏。大家會講一樣嘢就咩咧？做善事啦，即係自己呃自己，即係好得意嘅，即係同埋而家就其實最大問題就係、是、其實香港人有句説話，即係我打份工啫，打份工啫。咁其實真係用其他人打份工啫。咁佢又做咗咁多嘢。即係佢又做咗咁多嘢，佢其實個深層意思就係、是、其實我打份工之後，你冇要求我做嗰啲嘢嗱，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啦，呢、這個世界就係咁殘酷噶啦，係嘛？其實有幾殘酷，即係我都唔明。其實佢做到年尾咧，香港人係根本係自己呃自己，佢講唔通噶嘛。佢做到即係其實剩翻兩年嘅，就算上面要趕佢落台，咁又點啫？第二次英國有一次公開廣告啊嘛，佢話其實即係佢話佢嘅態度其實都冇錯嘅。黎智英咁公開講過，前幾年佢話：阿曾生，如果你搞一次，你大膽啲搞一次呢個民主，即係唔鳩你呢個中央，咁咧，你曾氏一家名垂千古，係嘛？即係其實佢冇損失嘅，即係但係香港人其實咧，所以我話其實佢嗰種利益都係好虛幻嘅。唔係㗎，佢如果咁搞咧，第日佢完咗之後，佢唔可以翻大陸退休㗎。佢嗰陣時話咧，就會即係都會學習啲官員。你計數㗎嘛？你計數㗎嘛？即係話你即係話你試乜嘢為利益咯？佢最緊要。佢自己嘅益處嚟嘅。佢其實咧，香港人唔得了咗一樣嘢。其實咧就話其實每一個人其實不論你世界即係根據拉康理論啊咁講啦，或者黑格爾都咁講，其實你不論每個地方人，所有人都想得，最終都係想得到個認同嘅。你做咩都就咩咧？就係、是、其他嘅人嘅認同嘛。佢冇要啊。其他人嘅認同。佢要啊，當然咧，佢呢個會同佢現實嘅，同佢精神嘅有關係嘅。因為佢其實佢係有官民證，佢係如果我做稍微做少少分身，曾蔭權就係一個威權體制下嘅主體嚟。佢老豆係，因為佢老豆嗱，即就咁講，即大約咁講，其實冇依令做過嘅人精神分析師咁。佢父親係一個警察，咁佢曾經喺啲訪問度講過咧，佢以前細個係唔係都俾佢老豆打嘅？就係佢話佢講個例子就佢去街市賣魚，咁樣俾人呃咗，跟住佢老豆一巴冚過佢嘅，跟住佢就抗議話，又唔關我，又唔係我錯，係人呃我啫嘛。咁佢老豆就話：總之你買錯咗，你兩手，我唔理你嚇。即係話咧，其實佢老豆咧，佢老豆咧係冇佢個 father 咧係冇佢嗰種 symbolic 嘅認同咧，係冇一個冇嗰種 ethics 喺度，冇嗰種 ethics 喺度。所以佢想獲得嘅認同咧，因為通常嗰個父權社會就係認同呢一個父親嗰邊嘅嗰個態度㗎。唔好意思，倫理或者道德啊，
所以佢父親係冇一個冇嗰種道德判斷，即係話佢唔理，佢唔係判斷嗰種事情嘅，就話究竟你係唔係做得啱或者做錯，你細路仔係咪俾人呃咗，係咪你嘅錯？佢只係判斷，總之你個結果係唔好嘅，係俾人呃咗嘅，咁都係你錯啦。咁所以你見到呢、這個同佢嘅關，又同佢嘅嗰個，即係話同佢嘅大他者有關嚇。咁、啊、但係始終你嗰啲翻香港人嘅嗰種諗法就係，其實佢對嗰個現實，佢對現實嘅解釋其實中，其實都係一種唔現實嘅呢一個詮釋嚟嘅。因為佢真係識計精明嘅話咧，佢計個數咧，其實咧佢會做一啲香港人。中即係想希望去做嘅嘢，但係但其實冇所謂啦，因為佢唔係佢揀唔揀嘅問題，而係佢究竟做咗啲咩嘅時候，即就等於話佢跪咗落嚟，跪咗落嚟，你信咧就信，好得意噶啦。如果有啲人即你係你做咗嗰樣嘢，你先發覺咧，咦原來係work 嘅，因為點解咧？呢個涉及到拉康嘅。拉康除了呢三種結構咧，其實都講過有第四種結構就係咩 ？Traversing of fantasy 就話超越幻象啦，穿越幻象就係咩咧？穿越幻象有一種好特殊嘅主體位置嚟嘅。呢個位置咧就話佢係官能症入邊咧係擺脱咗嗰個大他者嘅鉛制啦。啊，咁佢就通過認同大他者嘅創傷。去超越那個大他者俾佢嘅限制嘅，啊，咁達到呢一個終極嘅自由啦。咁但係咧，即係真譬如曾蔭權呢啲，其實咧，即係話其實喺嗰個官能症結構入邊咧，有一種特殊嘅嘢咧，就話可以令到嗰、那個唔一定係所有行為咧都係官能症嘅。尤其是有一個嗱喺個慾望嘅慾望圖入邊咧，其實有一個圖係咁樣寫嘅，有一個圖嗱，即係話你個行動其實可以改變你嗰個信念嘅，個圖咧就係。咁啊，其實有啊，可以啊，可能有慾望做，後嗰、啊那個圓嗰個咯，咁樣係啊，唔係嗰個彎嘅，呢、這個係呢個上面。嗰、那個行動，即係話咧，其實曾蔭權佢係咪究竟真心做呢樣嘢，其實唔重要。點解咧？因為嗰個究竟佢係咪真心咧，並唔係話佢內心頭先都解釋過，調翻轉就知道佢唔係真心嘅諗咧，而係個你跪低就純粹個行動咧係決定咗嗰個信念啊。佢會改，因為行動咧會改變個象徵個坐標嘅。個象徵坐標咧就係譬如話喺個 L schema 入邊咧，就係你大他者對限制咧，就話其實咧，你做所有嘢都係想 please 個大他者，想 please 個大他者，但係咧行動咧可以改變到扭曲或者改變到嗰成個象徵坐標，以至最後咧，你當你改變咗坐標嘅話，你就改變咗意義。譬如話喺1911年嘅時候咧，放炸彈咧係革命嘅行為係好嘅。咁而家到咗而家咧，你乜嘢放炸彈咧？你香香燈都係暴力噶嘛，係咪？咁所以你見到個，即係話佢改變咗成個坐標，但係你冇笑喎，因為其實真係有人覺得，譬如話佢掟條蕉真係好咩？好點解會咁大嘅差別咧？因為成個意義嘅坐標、象徵嘅坐標係改變咗，所以同一種行為，甚至程度更少啲，都被認為好極端。而在另一個座標入邊係完全一個正常的行為嚟嘅。阿媽咧就話：嗱個 B B 就喊，咁 B B 唔識講嘢噶嘛。佢一歲以前佢喊啦，
狂喊。咁其實佢都唔知點解喊嘅，佢可能係賴咗唔舒服，或者肚餓，或者驚有隻烏蠅飛過，佢好驚。總之佢都唔識表達嘅，佢都冇諗過要表，甚至佢冇諗過要表達呢樣嘢先，冇 expression 呢個 concept。總之佢就喊啦，反射性咁喊。咁阿媽唔知點解成日喊啦，咁就走過嚟餵奶換片咁樣咯。咁佢又選擇咗餵奶啦。總之阿 B B 一喊咧，我估佢唔知佢做咩。總之如果冇其他證據咧，咁我就餵奶啦。咁好啦，餵多幾次之後咧，這個生物咧就發現咧，咦原來我如果想食嘢嘅話，我可以做乜嘢？如果我想食嘢，我點啊？係啦，你就喊啊嘛，係咪啊？這個位咧就係大湯姐啦，你可以 order 係啦，大湯姐啦 order。呢個位咧就叫做縫合點。嗱，唔同文化嘅嗱，點解唔同文化對同一樣嘢係咩咧？即係如果你走過去印呢一個回回教文化入邊，即係舉隻右手同人握，人哋覺得侮辱佢啊嘛。因為可能那隻手就是左手是左手握手左手握手，即是說呢，這個坐標是決定了究竟呢這個行為呢是什麼意義的，即是說這個東西呢出來的時候呢，它這個喊這個符號喊其實是一種表達來的嘛，是不是？當 BB 知道喊是可以拿到東西吃的時候呢，佢喊就已經符號嚟嘅。呢條咧上面嗰條咧，時間係咁樣流動嘛，時間係咁樣流動嘛，時間係向前流動嘅。咁咧喊就由一個喊到完成成個喊嘅程序就咁樣嘅，係同時間同步嘅。但係咧，實際上咧，個意義係點樣產生咧？個意義喺呢個位置咧，係後過呢個符號嘅，即係話個符號出現嘅時候咧，個意義仲未出現嘅。個意義係由咩出現咧？係由呢一個阿媽嘅符號、阿媽嘅動作、阿媽嘅解釋啊。阿媽做咩解釋？阿媽就做咗個 interpretation， 就係佢去餵奶嘛，就賦予咗呢一個 act 呢個 act 一個 meaning 嘛。呢個 act呢個 meaning 係由邊一度提交？係邊個俾佢？係由出邊俾佢嘅。at 呢個行動係由個 B B 做嘅，係由個主體做嘅。但係咧，究竟主體做嘅呢樣嘢係代表啲乜嘢嘢咧？係由個社會同埋個文化係話俾佢聽係做啲乜嘢。所以咧，佢呢個行動先提交咗俾呢個社會，跟住個社會話俾佢聽啦。哦，你呢個行為咧係究竟係暴力咧，定係和平嘅行為啦？咁到最後呢，就係個主題啦 ，OK， 咁樣啦。所以呢，你知道呢，其實呢，佢心入真人權心入邊諗咩呢，其實唔係最重要嘅。個 act 呢，係可以某啲特殊嘅 act 呢，尤其是啲由佢試一啲反叛性嘅或者係政治嘅行為呢，係可以改變到成個坐標㗎嘛。即係每一次政治嘅變革嘅時候，都係一啲新嘅行為。原先覺得不可能的事嘛，係嘛？即係原先下邊覺得可能的事情，佢做即使佢做咗，都不會改變原先的成個政治的秩序，成個社會的文化嘛。只有一些本來的社會唔覺得不可能或者不認同的事做咗出嚟，覺得冇可能嘅咁樣，即係好似法國大革命啊，或者係即係十月革命啊咁，佢覺得不可能做嘅嘢，佢做咗。咁咧就將成個大他者嘅呢一個坐標嘅呢個 system， 成個 collection 呢個 system 入邊嗰啲係咩？呢個 system 就入邊咧就係一堆符號啦，就是、語言啦，即係爸爸媽媽、爸爸媽媽、姨媽姑姐、舅父咁樣啊，醫生、律師，即係 OK， 父父、君君、神子子、神神咁樣啊 ，OK， 成套或者上帝啊、兒娘啊，全套嘅呢一個語言秩序喺入邊。所以很多時候你見政治行為涉及到什麼呢，就有一套新的論述，一套新的政治論述，新的政治，譬如法國大革命提出了人是生而平等自由的嘛，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是講緊，喂，你係 kingdom， 咩叫 kingdom？ Kingdom 就是 king 的呢一個國家啊 ，kingdom 王國啊嘛，中文譯王國，所以不過一般人不留意，我以前都不留意嘅，王國就是指王的國家。所以呢，但是而在我們這個世界就叫 Republic， 如果沒有那段時間沒有炮彈，即是沒有這種覺得哎根本都不可能，怎麼可能呢，我們這個世界就當然有國王了，是是由元初時代就有國王了，怎麼可能沒有國王啊，你瘋了嗎，是不是最總部的意思，那他提出了 Republic 這個 concept， 這個 concept咁咧就完全破壞咗現當時現存嘅象徵秩序。好啦，佢改變咗呢個當時嘅象徵秩序嘅時候咧，咁佢做嘅行為咪意義又唔同咯。咁呢個 that's why 孫中山放炸彈冇話，冇人話係恐怖分子嘅。點解孫中山話話佢放炸彈冇火前幾次嗰條友，而且啲技術好差喎。冇人話佢恐怖分子嘅，係咪？咁所以，咁當然而家孫中山之後又有新嘅人走去偷偷地去改呢一套 system 啦，將佢入邊嘅詞彙係轉嚟轉去，換咗佢自己嗰套。所以而家我哋覺得放炸彈，唔好話放炸彈，示威就已經恐怖行為啦。咁所以你見到呢個就咩？呢個就回溯式嘅呢一個。在這個時候可以打破性變態的文化的一種其中一個文化，就是回溯式 retroactive， retroactive 你見到這個叫基本慾望，其實是那個圖下面的層面的，這個圖就是完整的圖，本來不應該這樣，它強硬將它撕了出來，就告訴你其實一個意義是怎樣產生的，就是說呢，這個最重要是時間的導向。為什麼呢？因為你看到時間一定是向前流動的，時間不會，我們很清楚，這個不需要科學去證明，時間向前流動的，我們做了一個行動，這個行動不會再重複的，永遠不會再重複的，我們再重複這個行動都不是之前那個行動，時間向前流動，而這個意義呢是事後決定的，是事後決定的，所以它叫 retroactive 的這個signification。而這一個啦，咁仲要話呢個叫 search point、caption point、caption point， 或者係呢個叫做呢、這個都係彈彈隻啦。咁佢先嗱呢、這個 B B 呢個行為先提交咗俾彈彈隻，跟住被決定嘅意思咁樣。OK， 但依嗱首先咧，有啲人好中意批評 icon 咧，就話喂咁如果精神結構係我其實有一個句子我想。之前我有同一個人講過殘酷式呢個結構，跟住佢話咁樣都等於宿命論，係咪？呢個我同你講嘅好朋友嚟咗，精神結構係唔會改變嘅，其實梗唔係啦。結構係結構唔改變，唔代表個命運唔可以改變嘅。呢、這個結構就話俾你聽，其實喺大他者嘅嗱，其實如果你再畫高啲咧，其實再畫啲即係個完整嘅圖上面左上角嗰段咧，其實咧。就是大他者的創傷，其實他這個圖就告訴你聽，其實既然意義是回事後才決定的，你只要改變到這個 set A 的那個 set， 你就可以改變到整個社會的看法。所以呢，其實我的左上角那個就告訴你聽，其實是個行動是可以改變的，行動的確是可以完，或者個概念啊，同時行動通常會同概念一起出現嘅。佢有一套新嘅睇法觀點，跟住佢同時間有新嘅行義，伴隨住係新嘅行動，或者有陣時係行動先，佢都唔知道想做咩，總之佢做咗，跟住佢就諗一套呢一個解釋出嚟。咁、那個行動咧係可以改變嗰個論述嘅。咁、那個行動咧。其實 act 咧同 behaviour 係唔同噶啦 ，behaviour 咧就唔會改變呢、這、一個，就喺、是、呢個完全係照住呢個 circuit 去做嘅啫。佢一定係提交俾 A 入邊已經現存嘅嘢嚟嘅。咁所以佢 behaviour 其實最簡單嘅就係現存，根據現存秩序所、那個 circuit 嗰個線路所做嘅嘢啦。
咁講多一個例子咧，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嗱，其實就有一我以前講聖殿塔嗰時就想講一個 case， 但冇機會講嘅，就係、是、有一個香港有一隊樂隊叫做 Chokma 咧，就有一首歌叫做《滿江紅》。Chokma 係點寫咧先 ？Chokma，CHOMA。好似一 rock 誒，即係搖滾樂隊嚟嘅 rock band 創嘛。佢有首歌咧，叫做《滿江紅》，或者《Crimson Tide》。Crimson Tide 即是紅潮的意思，紅色的浪潮 Crimson Tide， 他又用回這個滿江紅的歌詞，即是滿江紅的十八千里路雲和月，跟住什麼中國名詞八千里路雲和月陳水土五十公分陳水土莫等白了少了，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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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你唱一次得㗎，唱一次得㗎。唱起上嚟歡迎男主，燒燒完全啊！而家馬首台望眼，若天長笑，壯懷激烈。跟住係咪温咩理路啊？跟住就八千里路雲。八千唔係八千里，係五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詞。靜空此猶未雪，神之恨何時滅？就是空龍什麼燒淡了，我們空龍缺了我們了燒淡不是喝空龍血，借用似饑餐胡蘿蔔，燒淡喝飲空龍血，跟住就忘記了。那邊有首歌壯志饑餐胡蘿蔔，燒淡喝飲空龍血，咁嗰套呢首歌呢就唱一路呢就用呢、這、一個用滿江紅的詞，照住滿江，他自己作了一個曲咧，就用滿江紅之後唱，唱到呢個壯志饑餐胡蘿蔔，笑談喝飲空龍血之後咧，就話就開始喪啦，就話切掉我，吃掉我，斬掉我咁。跟住咧就佢係咁樣噶啦，我即係我呢度，所以我頭先遲咗，所以我唔話聽個歌嘅，都幾好聽嘅。如果你中意 rock 嘅話。即是很狂喊的，其實有很多是狂喊的，總之 你總之想像滿江紅要狂喊的，他是怎麼說呢，你一跳即是這樣，即差不多是這樣，八千起都問我的，這樣即是這樣，你明白嗎，他是這樣即你明白，接著他就說吃掉你，吃掉你，吃掉我，吃掉你，吃掉我，是的。咁佢嗰度就涉及一個咩咧？其實佢成首咧係轉咗一個位啊！佢就轉咗，佢轉咗一個 subject position， 佢喺嗰個位度轉咗一個 subject position。佢原先一路唱咧，其實咧呢首咧係一種民族主義嘅歌嚟。呢首係一首民族主義嘅歌嚟嘅，咁咧英國其實莫非即佢係啦，佢被理解為一種民族主義嘅歌啦。咁佢一路咧，其實佢一路唱咧都係好你個聽嗰、那個聽嘅人咧，佢係要將你帶入嗰、那個即嗰個位置，就係一個民族嘅民族主義嘅嗰種咁樣嘅位置咧，多少啦嚇。不一定是，即是通常你大部分人聽的都未必是民族主義者的，但你
你跟住佢嗰首歌嘅詞同埋佢曲調去嘅時候咧，就係、是、呢個 subject position 啦。咁跟住佢好得意嘅就話咧，佢到最後咧就話切掉我係掉我啊嘛。其實呢個 position 咧，呢個 position 就係嗰個敵人嘅 position 嚟嘅。嗱，佢最後嗰句就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學人匈奴血。咁跟住就馬上就變咗對方俾人食嗰場。係啦，佢走出嚟就話：，哎呀，你啦，食切咗我啦，食斬開我啦，食咗我啦咁樣。其實佢就涉及到一個一個 imaginary 嘅呢一個 imaginary 嘅呢一個 satisfaction 嘅 imaginary satisfaction 嘅呢個 breakdown 啊，因為咧其實人咧係有人你嘅對象得兩，基本上得兩種，一種就敵人，一種就係朋友。咁朋呢個係因為個想像。是因為鏡像階段嗰度決定嘅，就係、是、你認同個阿媽咧，阿媽就完全就係你認嘅。咁但係咧，你只要將阿媽嘅所有嘅元素調轉咗去，倒轉咗去，佢話佢係温柔嘅，咁兇殘自然係敵人啦嘛，善良嘅自然係阿媽，喂，佢對你唔好，即係呢個邪惡咁梗係敵人啦，係嘛？咁甚至啲觸覺柔軟嘅就係媽啦，硬嘅就係嗰啲敵人啦，諸如此類咁樣嚇。咁依所以咧，其實你嘅敵人其實係只不過係將你對 mother 嘅呢一個嗰種感、嗰種滿足、嗰種對象化咧，係調轉佢。呢個喺數學上咧就係、是、一個就係、是、咁做。點解咧？因為拉康點解好講數學，就因為所有嘢都係 topological， 都我哋所有嘅調轉，譬如話語言入邊嘅關係都係一種語言咧，佢都係咁樣調轉過嚟，即係譬如男像女咁樣，都係咁樣轉過嚟嘅，都係倒轉嘅一種結構嚟，或者係對角四角嘅結構嚟嘅。咁所以你對敵人嘅 satisfaction 咧，民族主義咧就好依賴呢一種咧，即係喺藝術入邊咧好依賴。其實民族主義你都可以視為一種藝術作品嘅，又會咁理解。民族主義咧好非常依賴一種想像性嘅滿足，想像性滿足就係將純粹將一個將你嘅社會係土崩瓦解嘅，即係喺譬如話希特拉嘅時代，嗰、那個通脹去到幾千幾百倍，要攞幾億買一隻薯仔，咁咧希特拉都講過佢個納斯 party 咧叫做社會主義工人黨，其實係。點解叫社會主義工人黨？就係、是、其實資本家剝削緊啲工人啊嘛，40% 嘅呢個失業率，三成嘅失業率啊嘛，冇飯食噶啦，德國人，所以你而家想象唔到德國人冇飯食啦，係咪？咁希特拉先上台嘛，佢將所有嘅社會矛盾咧，呢、這個社會就嚟四分五裂噶啦，咁佢用一樣嘢咧係綁緊佢，佢唔係話咧而家我解決咗呢個社會矛盾問題，我用一樣嘢綁緊佢啫，用乜嘢綁緊佢啊？用一個敵人咯，呢、這個敵人大家知唔知道叫乜嘢？Jews 就係叫 Jews 啦，係啦，呢個敵人就叫猶太人。咁好啦，我而家有呢個敵人啊嘛，呢個人係個社會出邊嘅，咁所以咧個社會就綁翻緊啦，收翻緊個螺絲，綁翻緊啦。係啦，咁所以咧，你係永遠冇辦法理智咁樣去說服。如果你睇譬如話《以色列大崇光策略》入邊有一度咧，就專門係解釋咧。點解你當你去同一個日德國人講嘅話，喂，你隔離嗰個明明住咗十，同你做咗鄰居廿年嘅呢一個由細玩到大嘅嗰個人，或四十年嘅咁樣嗰個人，你日日對住佢，明明係一個好人喎，點解你仲會送佢入集中營咧？而且德國人當時咧，其實德國人咧無可否認係由甚至直到而家德國文明、德國嗰種文化咧，不論科學、文學同埋藝術咧。哲學入邊咧，都係仍然係世界一流最頂尖嘅嚇。點解一個咁頂尖嘅民族咧，係會咁樣咧？嗰度咧就會解釋俾你聽咧，就其實咧，因為呢個機制係一種精神結構嚟嘅，佢係冇辦法即係
一旦 apply 咧係冇彈冇冇得唔可以用理性方式去消除佢嘅。咁所以佢就咁樣啦。咁所以佢所以咧民主主義就咁樣嚟嘅，就所有所以你見到其實如果你喺網上見大陸嘅所謂粉青咧，其實多數係啲低下階層嚟嘅，唔係嗰班就唔係嗰間唔係嗰班統治階層嘅，即係唔係嗰班貪官嗰啲子女啊或者 whatever， 即係唔係既得利益嘅階層嚟嘅。佢唔得，因為你越係traumatic咧，你嘅位置越係亦越係痛苦咧，你越係需要呢個敵人出嚟咧，係解釋點解個社會就嚟死分裂啦。咁所以呢首歌咧好嘅地方咧，即係佢喺藝術上面處理好嘅地方咧，就係話咧，佢將先將你帶入呢一種狀態先。你得閒可以喺網上搜尋嗰個 YouTube 有，但係佢其實 YouTube 唔聽唔到嘅，好難聽。嗰個 MySpace 即係美國有一個，本來有一個都好似 Facebook 嘅網站，但係而家淨係放音樂嘅啫，主要就叫 MySpace。MySpace， 咁你如果用打 MySpace， 跟住再打 Chroma 咧、Chroma 咧、Chroma 咧，你應該會 search 到。嗰套《滿江紅》咧就係咁樣，佢先將一個先將即係希特拉嗰套伎倆咧，先用希特拉嗰套伎倆，咁跟住咧佢就點樣打破佢，逼佢咧就係咧用轉換位置嗰度，因為佢一轉換咗位置，你一企喺敵人位置，即刻咧你原先即係你成個 fantasy 就會 collapse。所以佢最後嗰句就好得意嘅，設定我喺電腦。笑的，如果遇到一個色狼想強姦你的時候咧，咁咧就突然間話：好啊好啊好啊，快啲開始，快啲開始，即係自己開始剝衫，咁、那個色狼就嚇。係啊，真係有啲咁嘅 case 嘅。係咁樣。嗱，Fight Club 都有啊，係嘛？係啊 ，Fight Club 入邊都有。拍到即刻走。Fight Club 嗱，其實呢一套其實有少少近似呢、這、一個近似呢一個Marcosic 嘅呢個技巧嘅，就係佢啱講呢個，即係受弱狂嗰種技巧。咁其實某人所耶穌都係用呢種技巧嘅，就會令到個 fantasy 同埋即係不明佢係即係變態啲行為係佢冇辦法超咯。因為其實嗱呢樣嘢就去翻變態結構度咧，究竟佢想要啲咩？嗱，殺得咧，即係施弱狂咧，虐待狂咧，想要咩？虐待狂咧，其實咧佢唔 exactly 係需要你嘅，佢唔 exactly 咧係要你嘅呢一個 anxiety 啊嘛。如果你有睇到呢文嘅，嗱，被虐狂咧，被虐狂就想見到個 anxiety 啊，呢個 object 啊，其實佢想見到 anxiety， 焦慮。嗱，如果你照翻頭先佢講啊，可能講呢個 case 就話佢走嚟強姦你，跟住咧你就話好啊你啊咁樣，咁其實咧某程度上咧，你就完全是倒轉了個主動和被動的個位置。其實你就會在對方的身、對方的嗰個環、對方的 reality 入邊啦，呢、這個強姦犯企圖強姦犯入邊嘅呢個 reality 咧，就會產生呢樣嘢，就會產生呢樣嘢被虐狂就咁樣啦。如果去到極端被虐狂就係、是、哇你打我啦咁樣，喺要揮級咁樣，那個老闆就嚇到傻咗啊嘛。點解佢嚇到傻咗？因為呢樣嘢本身唔係佢做，但係同時間嗰種痛苦係可以令到佢產生焦慮嘅。而呢一個施虐狂咧，佢就想做咩？佢唔係 Sally 係想要有 anxiety 嘅。因為點解咧？因為 anxiety 講埋啦 ，anxiety 就係證明咗 other 啊嘛。咁點解 anxiety 會證明咗 other 啊？因為呢個係官能症，你一諗官能症咪知道啊？官能症嘅嗱，佢又好似講 anxiety 咧係唔～是很特別的一件事的 anxiety 焦慮呢是不會沒有欺騙，永遠沒有欺騙性的，不欺騙的。為什麼？因為 anxiety 是一種官能症很基礎的經驗的，就是呢他沒有辦法回答到那條問題，那你不是你答不到這個，你是個被告，你答不到這個問題，你沒有慘，你沒有焦慮。所以焦慮症啊或者 depression 啊，其實所有的官能症的抑鬱啊，所有都是涉及 anxiety 的，基礎都是 anxiety。 好，
所以 anxiety 係冇呢一個欺騙嘅性質嘅，其他嘅嘢就唔敢包啊。但係咧，呢、這個施藥堂咧，即係藥袋堂，佢所要嘅咩咧？佢想要 anxiety 咧，係證明呢個大他性喺度。但點解你有 anxiety？ 因為個 law 個 law 話咗，差唔多嘅，個講完就收檔。個 law 話而家我要禁止你做呢樣嘢嘛，咁咪即刻有 anxiety 咯。所以佢唔係想要你得個痛苦嘅 anxiety， 佢想要你 anxiety， 咁咧就證明咗有大他者嘅個號令啦。個號令個禁令一定會產生嘅嘢，係倒轉翻轉去證明佢大他者嗰個存在嘅。而呢個虐待狂咧，佢又想將你呢嚿嘢咧切出嚟，佢想將你認為最寶貴嘅嘢攞出嚟，個 flash 嘛，一嚿肉嘛。當然佢個理解有啲錯啦，但係佢都做都冇錯喎，即係你最重要嘅嘢就係你的生命啊嘛，至少你喺個 reality 變咗咁樣。所以佢喐誒，即係佢虐待你或者要切開你嘅身體某部分嘅時候，其實佢就唔 exactly 係想要你呢樣嘢，佢只不過想要想得到你嘅呢樣嘢，因為個大他者咧，嗰個禁令咧，而家咧。就要話禁令嘅另一邊咧，就係話你失去咗嗰啲嘢，而呢樣嘢 exactly 係要你珍貴先得噶。如果你唔覺得焦慮嘅話咧，如果你冇反應嘅話，佢又會覺得咦，原來仲未係嗰樣嘢喎，仲未係被禁止嗰樣嘢，因為被禁止嘅 by definition 就係你想要，你會冇咗，你會好驚嘅嘢。所以咪就如果你唔係咁樣，佢就會呆咗嘅，佢會呆咗嘅。如果你送咗啊，你切咗我頭啦，咁我又會諗，咦，原來唔係喎，不如我切佢第二樣嘢啦，咁樣啊。向你誠意推薦 iRead。iRead 係咩嚟 ？iRead 係一個公共出版服務。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將佢哋嘅書籍、刊物同 blog 等等發成電子書。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這個就是 iRead。 同你看普通書一樣，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實行多媒體互動。你還可以 download 書內的相片、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